好，报告委员会哈，那个已经超过两点过三分了，我们再等两分钟，好，十二点，哎，对不起，两点五分，两点五分正式开始哈，协商。好，现在两点五分了哈，那我们就移驾的开始协商。主席，上个礼拜，我想部长在我们委员会的时候，当时本席就提到，因为我有把以前的一些案例，警察人员就警政单位不可以在议会。或者是国会架设录影机、录影。那其实我们立法院周边已经有很多的录影机，你看每一个路口至少都有两只以上，没有以下。你可以再等一下，我们内政委员会再去看一次。上个礼拜警政署答应我说不再用这种方式架设，可是我现在把我的手机拿给你看。我觉得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啊，因为当时法院的判例，警政单位用这种方式在台新北市议会也一样，他视同监听，结果今天他们同样的方式一样在做。那我想，我们面对我们国会这种状况，我觉得我们的国会不应该被这样子的干涉。我这里有几次，我都把它照下来。非常清楚，好，我亲自照的几个路口都照。我觉得如果这件事不能处理的话，内政部长是负责我们整个警政单位国家治安最重要的，你一个国会怎么会任由这种方式？除非他出示我们立法院长同意，我们同意他们过来，那又另当别论。那现在我要求，要不然就把立法院长的同意书拿出来，要不然他们怎么可以用这种方式在这里做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主席。我想你非常年轻，也非常支持这个人权。我们国会自主，我想当年那个王院长的事情，大家闹得沸沸扬扬，我们大家对被监听其实是非常有意见的，因为你连国会议员。在这个立法院这个周边都可以这样子架设的话，那我们国会在这里开会要做什么？好，那你能不能请部长？我没有，我想这样，因为他如果是在议场内，就是我们在开会这边，我们绝不允许了哈。不是在议场内哦，因为我想我们立法院是包括我们院内，包括我们中心跟青岛。他在中，而且我们在中心青岛，我们跟其他的国会，因为我们他今天只是把原来放在院内的，把它放到中心那边，放到青岛那边，那还是对我们院内做了一定程度的一个监那个录影。我觉得这个起以为不可。如果我们自己立法院，我们的监视器已经够多，
你可以，我们等一下请总务单位告诉我们。那这样好不好？因为我们是内政委员会，我们审的是内政部预算嘛，哈，所以我们是不是先让他继续进行？那你讲那个议题，我是不是请部长先把？如果立法院长同意说他们用这种方式架设，那我们回头我们院内处理。如果不是他们这样子架设，本席是有意见的。我相信每一位国会议员，每一位在这里进出的，都必须要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如果说今天一个大型的游行，他们要做他们自己的这个录音录影，那是他们在院外看他们怎么做，那是他们的事。那今天情况不一样，你怎么可以对着？尤其我想我们立法院的院区很特别，就是立法院青岛会馆跟中心会馆这三四个就是我们立法院的院区，所以我希望主席能够处理。好，那如果连这种事情都不处理的话，那我想我们立法院，好，我想我们立法院绝对不是内政部的立法局，也不是警政署的立法局。那你所以，我希望这件事能够处理。好，那个那个麦克风，好，那个就是说哈，那个基本上哈，我们绝不接受说在院区里面没有经过院长同意的情况下做那种摄影，这对于我们这个国会议员跟列席官员都不尊重哈，所以我们请第一个请移驾，请部长待会一开始先说明一下，好，有没有在院区里面进行这样的一个收证问题？那刚才委员出示的是在我们的出入口哈的这个附近，就都不是，他是对着我们院内照的。好。那样的一个部分哈，是什么样的情形？今天有什么样特别的情务，也跟我们说明一下。那我们先移驾到这边来哈，要请部长跟我们说明一下。好，谢谢。好，那个我刚好看了一下黄委员的手机哦，他是在整个一些路口啊，当然往里面拍了，往那个进入中心大楼啦，往这个其他委员会馆或者是往院区里面，当然好记录了哈。对，那然后那个这样子啦哈，就是第一个在院区内的，我们当然除非院长同意，我们是绝对不接受了。那个主席，我建议你立刻请。秘书长那边来先等一下，这个我们今天审的是内政委员内政部的预算，这个因为内政部长来到这里啊，我知道，那尊重我处理嘛，我就这样讲完了。现在就这样子，在院区内的我们绝对不能接受哈。那现在因为在院区外，所以请在院区外啦。没有啊，中心怎么会是院区外？没有，你刚看照片那个。哎，不是。等一下，让我们处理完，就是说，那我们请那个部长哈，说明一下今天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任务哈，以至于必须要这样子处理。然后呢，那我们也不用问院长了啦哈，因为你们其实今天派蛮多警员在这边来去帮我们守护嘛哈，那所以呢非有必要其实也不需要啦，因为我看人就那么多在那边，也我看那个也没有人岔翅难飞，也没有人飞得进来了哈，所以是不是请部长帮我们处理一下，就是说今天是什么样的情务啊，那如果非有必要的我们就可以不用这么处理这样嘿。好，要不然这样啦，我们先继续审查，因为部长也不知道情况嘛，因为这个是比较细节的部分。我觉得部长这个不是细，那个主席这不是绝对不是细节哈，这是镇江街的，也在我们院区里面哦，在内部不是在外面。没关系，我这样子，我们现在有请那个警卫这边的，等下请他上来跟我们说明了解，好不好？我想主席，我还是要再讲几句话哈。你刚才说那个，你们谢谢他们来。跟我们维护我们的安全，嗯，很抱歉，我们立法院本来就有我们自己的警卫队，而且我们立法院
本来就有我们所有的保全系统，所有的监视器是全部都有的。以往你们也不主张这样，好，因为我们不是一个警察国家，我们也不是那个警察当道的。没关系，你不，而且要我感谢吗？我感谢这些警察守护人员。感谢是另外一件哈，包括前两天，我想很多的警察都在抗议，他们被派了许多不应该有的勤务，让他们没有办法休息，让他们可以说是连台北市的警察都在抗议，他每天。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没有以下，那我想今天我们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又用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没关系，你主席你如果一定要审，我就一样一样跟你审，因为我觉得黄委员那个我一向非常尊重你，我很尊重你，我觉得现在是这样，我们在审内政部的预算，那你刚刚谈到的是整个那个立法院到底怎么样情况，你去跟苏院长讨论好不好？我想内政不是这，因为警政署是属于内政部长的直属，他是直属长官，我们没有理由用这种方式容忍内政部警政署。上个礼拜他已经跟我保证不会再做这个事，上个礼拜我亲自带他们去看，结果上个礼拜看完说绝对不会再有，结果今天又开始，根本就没有几个人在外面抗争，那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我们不断的容许这件事。好，那我做的才是齁，我们内政委员会绝对继续要审查我们的预算，但是你的意见我尊重你哈，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就请那个，反正在路口这些没有必要的这些这个摄影的，请他们撤除好不好？我刚才好像回报说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啦，啊，不过我们请警政署就直接沟通，把刚刚黄委员所关心的这些不必要的摄影都移除。好，那个主席，我想要审查预算绝对没有问题，他几分钟内能够撤掉，我们休息十分钟让他们撤掉，我们就看着他们撤掉。我想没有问题，那天也是当天就撤嘛，当天的都我不接受，我现在就我们一言九鼎，内政委员会所要求的都不能够做处理的话，凭什么做处理？我不需要为了他们停下我们审查预算的脚步。你总是要告诉我，你几分钟内要撤掉吧？这是一定要的吧？黄委员，我觉得我们内政委员会大家都怎么没有关系呢？尊重内政部长在这里。内政部长在那里，我赶快。你开玩笑，那天。现在我们不是警察，我们现在不是警，没关系，你们要审没关系就审。但是我们一定要要求，我们绝对不是一个警察的国家。黄委员，你也出去看一下，啊，我继续审啦。我无可能出去看，我得去上当啊，我干嘛去看？啊，你自己去看，这哪是以前问的？我想哦，即马拼到拼了啦。没啦。不要开玩笑。来，各位委员，我们内政委员会要真正有尊严，就是我们一言九鼎。我们刚才已经连问内政部都不需要，我们现在就是请把那些。好，看所谓的有让黄委员感觉到被监视之余的，好，哦，那些录影机，好，哦，来请助理去看，予以撤除。那这一次是我们的决定，我们现在就他们来处理。然后呢，你放心，这个审查也不是一两个小时审查的完。到最后，如果他们竟然在我们裁示之后还不处理，我们一定会好好的严审他们的预算。那你请问部长，他不用问他了，这就是我们的决定。为什么不问他？我们是内政部的立法局，这不是你讲的吗？对啊，我是你的决定，为什么要叫内政部同意？他如果没有撤，删他的预算啊，不啦，要删掉他的，信啦，好，那就继续删啦。公委真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哦，变龙啊，就是。您懂我意思吗？完全照您意思。我很懂，我非常的懂。我们现在因为他们这个是累犯，你知道吗？所以没有关系。从上个礼拜到今天，好，那可以到这边就好了嘛。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再讲一次我们的决议，这一些在院区、出入口会导致造成影响的，我们希望你现在立刻来撤除。然后呢，这个部分不用征询你们意见，因为这是立法院，对不对？我们来就这么做了。但是我还是要，我想谢谢主席做这样的一个裁示，我还是要相对的要求内政部长，如果同样的事情再发生，因为这是上个礼拜四发生的事情，你们当下撤，结果礼拜五情况好一点点，好，结果今天又再来，我觉得你们骨子里头就是认为我们立法院必须要被你们这样监控啊，哪里有这种道理？我希望部长这个部分能够做到。好，没关系，我看我们就直接开始审预算的了哈。你为什么不让部长说明呢？没有，我们就已经做了裁示了，好不好？来，
我们现在进入到第十七案、第十八案，然后那个待会哈、哦、有那个撤除的情况如何？结果哈、哦，让我知道一下，好不好哈？来，我们现在第十七案、第十八案跟那个还有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好，到二十四案我们都是第六节，那请那个主管机关说明一下。主席各位委员哈，我们这几案来讲，主要就是对于这个健全地方发展进行这个建设计划这个部分的一个冻结或删减的一个建议了哈。那特别跟各位委员报告的，就是我们这个计划其实本来是四年起的哈，后来因为考虑到我们补助到乡镇市公所这乡镇公所这一些公所的从开始设计规划到最后的建造的取得到最后的一个开始。招标出去开始那个施工的这个期间哈，这个期间都很长哈。那所以说这个这几年，平常心讲，我们乡镇公所从2013年核定之后就没有再核定新的案子。但是因为他们的计划时间很长，所以我们在整个计划的一个过程里面是不断的去催促让他们改善，然后那个慢慢的把进度赶上来。所以一开始各位委员看到我们的那个执行效率不是很好哈。但是我们一直在催促地方政府来办理哈。那以我们这个计划来讲，以今年度的编的7630万元来讲，这个部分。其实有一部分就是为了要支付以前他花包公所花包出去新建进度的一个经费哈，那另外我们为了这个明年的可以动资的部分，我们已经核定了，在9月19号已经核定了活动中心这个新建修缮14案哈，然后基础公共建设计划像那个我们的那个活动像我们的那个村里集会所的那个广播系统这个部分哈20案了哈，那实际上经费都已经核完了了哈，因为如果说要冻结或是要删减会造成。已经发包的这些经费将来可能没有着落哈，还有这个这个会影响到进度了哈，所以恳请各位委员能够给我们支持，不要删减或冻结。以上报告。好，在那个李俊委员发言前哈，这个我请大家吃甜甜圈哈，那大家可以这个台湾味的甜甜圈了哈。好，那请李俊委员。主席哈，这个17、18、19其实是同一个项目了哈。这过去在101年、102年叫做这个村里集会所中心新建及修缮四年专案计划，然后到102年以后哦，到102年以后就没有这个，就改成所谓的这个健全地方发展均衡基础设计这个部分哈。那我要问的问题是哈，这个每年的执行率为什么都只有50%左右？这个。以我们来讲我们在地方上其实地方的需求非常大，那每个都来跟我们要，每个里长都跟我们要说我们要集会中心，要集会中心。那每次跟内政部申请，内政部就是其实核准的很少很少啦，核准的很少很少。那为什么这个执行率还是这么低？是不是请这个内政部做一个说明？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个部分我们其实包括像乡镇市公所的部分，包括村里活动中心新建的部分哈，因为它都要从一开始设计规划到取得建造都有一段时间很长了哈。那我们其实也不断的在催促地方政府，我们也希望能够每个月我们也在控管，希望能够他们加紧的把进度赶上来哈。可是有的表示说标花了十几这个七八包这个还花不出去哈，有的表示这个进度这个。因为建造申请困难或怎么样了，这个部分我们其实一直在控管，也期待能够提升我们的执行力了。这个部分我们也特别跟委员报告哈，这个地方政府的部分如果执行力比较差，我们也有同仁下去辅导这个部分。所以概念上当然今年我们会期待会好一点，因为我们的公所大概已经发包了，未来的支付的到一定的进度，它可以执行到一个情况就可以继续执行了哈。那所以说这个部分恳请各位委员给我们支持了。好，我们请那个赖任委员，然后陈昭明委员。这个其实在98到101年是10亿的经费了哈，后来也有102到107年也有20亿的经费哈。那其实大家刚才提到，其实包括流标哈、变更设计等等哈，进度很缓慢。那现在我所质疑的是说，你的现在的过去的你的每年的都没有超过4亿，那你现在已经还没有资源有达到6亿多了哈，经费还没有执行。那
我想了解是到底有什么方式可以提升这样的执行率的，包括他在107年 就即将要结束，那我认为至少要来一个专案报告了，让大家知道一下你们有什么像有效率的方式来改善这样一个执行率不佳的问题。那另外是你们的相关的标准，还有包括你们相关的程序和核定一些程序等等，是不是也一并说明一下，让大家知道一下你们怎么去挑选，然后怎么去做相关的，为什么怎么去改善这样的问题的，好不好？好，那那个陈昌明是类似吗？要不要一起讲完？哎，我跟各位委员报告，我不是替内政部护航，但是这个预算对于边缘的乡镇非常重要。譬如他要补助给村里的活动中心，可能只补助200万，还要乡镇公所自筹，还要县政府自筹，讲有的时候到时候又没有。还第二个，他的土地一定要属于国有地。公家的土地现在叫私人捐献出来都很少了，所以在这几个状况里面，常常执行会比较延误一些啦。但是我希望都市的委员多多体谅我们边缘乡镇，所以刚刚李俊义委员讲的啊，我们确实身同感受啦。在乡下地方有时候财源比较不足的，我不是，你们是都市啦，嘉义市很早就是了哈，你们那边太有钱了，我都晓得了，所以在边缘的地方，这个款项啊，能尽量不要冻结就不要冻结，尽量来帮忙边缘财源困难的那些乡镇啦，因为我们常常在处理这些东西，我们都晓得，像新北市、台北市都那么有钱，花了去盖的鬼爸爸都要给那个。村里办公室在用，所以庄瑞雄委员跟我，你要特别努力啊！庄瑞雄委员，然后黄昭树委员，一公完不公就没事。这个啊，陈昭明委员讲的、对了，差不多九成了、但是有一些啊，其实也不符合现况啊。就是说，其实你对地方啊、行政工作这些补助啊，你在民政业务底下这些啊，为什么大家这么多委员会提出来，你那个执行力？偏低啦，差伤济啦！你那五十几趴嘛，你即马预算编遐济，你执行不了，你就不要编那么多。谁不希望补助？地方上很多公庙啊，也是有的没有的，我们也要求内政部这边可以来做一个补助啊。但可能那个两码事啊，不代表我们不支持啊，而是我们从你整个102年度到105年度，你整个预算的执行率才五成多，这。没跨靠的啦，所以我们这样提出的一个简略啊，跟冻结啊，其实就是一种督促啊，跟要求你们来检讨整个计划的一个执行，是不是你所编出来大而不当，或者说你执行过程里面这个有一些啊该要去检讨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我才会去建议说啊，我来提案来简略删减这个300万跟冻结300万啊，这个啊来做一个说明。所以米球陈昭明委员讲，我按打个三 PP 打嘛删，那问题就是删删个一，无啦，伊敢怪你知唔知？你执行力干了五十几趴呢，还是看无？当然啦、所以就是说嘛，没有钱就难做事嘛。那都市的话，不会有钱就好做事嘛。可能你看我动了，你进来，进来我就动了。我说咱两个都。等一下哈，所以这个部分委员，所以我这个部分的建议啊，就是删减了哈，这个减了300万，那并冻结300万。等一下，我们顺序是黄昭胜委员、那个洪忠义委员、徐正伟委员跟陈其迈委员，好，请。我支持要删哈，但是我要先跟主席抗议，因为现在只有中心撤，青岛还是没有撤。我有请人特别去看。这样啦，我们第二幕讨论完以前把它动完，好不好？啊，要不要？我们压一个时间的。第二幕讨论完以前，因为他们连一点动作都没有，所以我认为是有撤定要撤哈。啊？没有，他在跟陈他们讲。拜托，今晚我跟你恭维了，你两个先挂牛嘞，好不好？啊，影响我的情绪啊。啊，这问题我好怕怕怕。那个刚才好像有回复说青岛那边不能撤，是因为他们那个抗议的群众还在现场，要到6点钟这样。抗议的群众在现场，要到6点钟，他也不能够架设到里面吧？没有，他那架设是对马路，因为团体都在那边。请注意镜头朝外。我想那个主席，因为他包括连那个什么，那个叫做天桥那边也有设。我觉得镜头要朝不同的方向。不是，主席，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课题，
而且他那个架设的东西是在我们院内，不是在院外，他还是可以测，因为那么贵的人啦。那个检查说，这样哈，我请那个我们内政部这边跟我们黄委员详细对清楚，到底是哪几支黄委员在意的好不好？没有，我有现场去看的啊。我知道他现在跟你对仔细，我们在第二幕讨论完以前处理完毕，好不好？你那个本来就是要测，没有道理是这样弄，没要不那个主席，你不要再。我们请那个队长那边直接跟黄委员讲了，好不好？啊，我请他们那个队长那边直接跟你报告好了。我们现在这边讲不清楚啦，也没有现场看，你知道？就然后第二幕出外道哈，就是专家去找一人啦。我怎样？我去送咱家己来对。我们第二幕讨论完以前，把它处理完毕，好不好？好，如果没有处理完毕的话，那我们就休息哈。来，我们现在那我还没有讲完呢。你要那个活动中心的事，好，请。我支持要删，而且要冻结，因为其实我们那个主席应该也同意，我们也是院辖市，对不对？但是我们在原来的高雄县的地方。有很多的偏远地区，那个活动中心真的是里里落落，好，你要选市长，你连你去也选一个，里里落落跟密密麻麻，但是他们也一样没有办法申请，并不是这个跟陈昌明委员讲的说偏远地区无关，好，像我们那个区块也一样，然后他们的执行率只有50几%，如果说我没有给预算，我觉得也 OK， 但是我们可能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决议？希望他们能够真正的，或者我们编的预算一样没有办法解决，连我们院辖市都没有办法解决。陈昌明委员讲说，他是陈昌明委员，我咧讲你是有咧听无啦？哎呀，你真正有够烦的，都唔是苗栗县，俩迄都唔是干县的问题嘛？你嘛先讲阮听者对不对？我们原来的高雄县，包括原来的那个台南县，我想。都一样，都非常非常的偏远，所以我想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内政部编的钱，结果他的执行率只有50几%，我想这个是对社会很难交代的一件事。好，所以我希望这个部分看怎么处理。好，后面还有洪忠义委员、徐正文跟陈其迈委员，我们先洪委员。那主席哈，陈昌明委员，那你把电话讲一下。你听黄昭顺委员呢？十个内底讲五个，你拢听伊讲啊！我第一个讲，你嘛听我讲一下，好不好？所以我叫伊听我讲啊。我想哦，那个哦，针对那个村里活动中心哦，这个我会支持啦。好、哦，我想刚刚我跟陈昌明委员有谈到哦，如果你们其他县市不支持的，盖到我们彰化县或苗栗县的，那陈昌明委员对吧？那我想哦，因为这个补助哈、哦，真的是对地方的基层有需要啦。那至于说哈、哦，我们主管机关应该是在要补助的时候，就要针对这个计划案来做审查了。我想刚刚吕经理委员还有好几个委员都有讲到说，为什么执行率只有52%，甚至也会发生流包的问题，或是变更设计。我觉得我们当初要补助之前，就应该审查清楚哈、哦。如果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是要优先的来补助了。那乡下地方真的非常的需要。好，我们请徐委员。这个部分哦，对于我们村里集会所的部分，我支持洪委员，还有我们这个陈昌明委员哦，因为在地方政府哦，其实财源有限哦，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是老人化社会了，那这个。集会所的部分其实常常都是我们的地方的福气站或者是关怀据点使用的地方，更是让这个我们农村社会去办很多活动的地方，所以这个部分地方政府很希望也很寄予这一份这个财源的补助，让我们的这个村里集会所可以更新，所以这个部分这个请不要删减了、啊、我的看法是这样，谢谢。我现在整理一下，接下来陈委员讲完，陈金麦委员讲完，还有李金委员跟林立禅委员，那我们就先暂时停止发言，来处理看看，好不好？那我们先请陈金麦委员。这个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跟其他委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了哈，我只是要一份资料说。在最近3年哈，补助各县市的这个部分。各县市的补助金额有没有？我现在可以看得到吗？那至少去年，对对对对对，以县市为单位，我看补助的情况怎么样？我替你讨啦，我替家己讨看有无？对了，对我来看一看看到过去这几年执行的状况，因为我看那个委员会委员每一个人都给我们一份吧。
我看陈超明委员那么热心哈，不知道他要了多少。哎，我来看一下有没有公平。是这份吗？这个好像是今年度的这个部分。好 ，OK， 每一位委员看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请那个李俊委员。加一次都领了。我其实要这样建议了哈，那个内政部哈，其实最重要的是这样哈，就是说因为你们现在土地的取得，还要公有土地嘛，所以要县市政府同意，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即使县市政府公有土地拿出来以后，它还有地方的自筹款，那这个相对你当然就减少这个地方政府申请的意愿。所以我是希望啊，你们我们今天做一个冻结啦齁，那你们把这整个计划还有现在这几年下来，包括你们前面的计划四年计划跟现在的四年计划，你们检讨出来它的问题在哪里，应该是给地方政府越有心的越要做的越有需求的，你们给多一点的补助，或者说你们要鼓励他去做，而不是方法通通一样齁。比如说这个院辖市也许它的需求会比较低，那以我们嘉义市、苗栗县、彰化县，哈、哦，都可能有碰到这种情形，说我们需求会高。那需求会高，可是每一次都碰到说，第一个，你现在公有土地，所以县市政府要同意，那县市政府要把土地拿出来就很困难。那第二个，县市政府还要有配合款，那县市政府就更不愿意做了。所以你们应该重新检讨说，啊，到底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所以导致你们每年的执行率其实都没有超过五成、五成一、五成二而已。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所以我主张哈，这一条预算哈，我们是冻结一部分呐，好，那请专案报告以后，我们再来解冻，好啊，不删除，好，以上。好，我们最后请林立常委。其实我这边也提冻结，那冻结的原因，我觉得说，因为我们地方的一些公共设备，不管是所谓的集会游行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活动中心，因为立产那时候在彰化，其实很多闲置，我们说闲置，不如说它是文职馆，是非常的多。那我们也知道说，那如果中央给地方有相关的 SOP 的配合馆，比如说比补助多少，自筹一定要多少，那是因为自筹让地方不管是乡镇没办法去配这个自筹，没办法申请。还是说有需要，只是没办法配自筹的话，我觉得内政部一定要做一定的所谓的配套措施下来，不然在这五年内，我们总共有十七亿多，但执行力只有一半嘛。那今年又要编七千多万，那会觉得说啊，你一直编执行力的拢一，逐年存一半，逐年存一半，啊，你今年搁要编七千几万，唔是无好啦，因为吼、哦、地方的所在，咱嘛知影乖棒的，你若该征收完，吼、哦、少年人去创业发展拢袂要紧，也毋过吼，为虾米拢无人来请，啊是为虾米咱编钱编了囥在遐，逐年拢存一半，啊今年爱搁编七千几万，伊的需要是虾米啦？好，那各位委员吼、哦，大家都一致都认为对于执行力不佳。觉得应该予以鞭策，但又希望这个预算越是给地方的，不要予以删减嘛，哈。而且这个补助的办法哈，跟补助的标准必须要让我们知道，因为一般来讲几乎都没有办法去申请，而且甚至要更新也没有办法。你可以去看，我其实我们的区块绝对不会比苗栗、比花莲还要进步，我们周边的那个区块。那没有人会反对这样，但是问题是他们没有办法执行，而且根本没有办法执行。那怎么样补助的办法，我们也都不知道。我想用戴帽子的方式，我大概是反对的。好，所以哈、哦，包括这个申请的这个相关的程序，以及就是办法哈、哦，还有我们在执行率如何提高的这个相关的改革上面，我们是不是冻结500万元，然后？必须来到这个内政委员会专案报告同意后时的动资，这样好不好？欸、因为它里面有它总共8000多万而已，8000多。真正拨付的部分没有那么多，7630。7630啊？哎、欸，可是它这整个我们现在讨论的。它是含业务费啊。哦，含业务费是8900啦，那在地方的是7600。这样可以的啦，剩就管啦、啊、动太多到时候不太好用，真的。反而执行率会变立法院牵制住。好、哦、那就动500万齁、哦。
然后来我们这边这个报告后时的动资 ，OK。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第七节，25、26，我们的第二幕快要审完喽。我们黄委员关心那个事情要赶快哦，要不然要变又要休息停下来喽。好、哦，等一下跟我讲一下哈、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25、26。说明哪个？说明外面的。对对对。那不然第二幕弄完以后你再说明。好，才不会。好。25、26和26之1，好。二五跟那个26之1，基本上就是有关于那个认定电器设施的充实了哈。那委员关心的部分，早上我大概也说明过哈。我们其实也除了这个，因为认定电器部分要希望能够礼厅灵堂单独设置这个部分，我们最近也在催请各地方政府加紧来处理哈。那像新北市，它其实也有找业者来共同来讨论哈。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会在催促来，主要还是涉及到地方的土地分区或怎么样，有时候不是那个，我们也只能鼓励，只能劝导地方政府加紧去克服这些问题。那我们会持续来再跟地方政府，希望能够他们相关的设施能够赶快充实。这个部分委员关心的，我们也一样，我们也是蛮积极、蛮紧张的，因为对于这个民众智商，我们希望提供一个优质的环境哦。这个部分我们跟委员一样哈、哦。那地方政府这一个部分，我们会加紧再来催促。对，這個、就一个法律当时会之所以讨论到更有弹性，就是有实际需求嘛。那你现在以民权东路上面的那么多的会馆，结果呢，他们也疏解了很多的需求，也越做越好嘛。那他现在几乎告别式都不在那边进行，里面也没有大题，哦，也没有骨灰，他只是在那里进行追思。那现在，但是只要地方政府一旦放出消息，变殡葬园区附近，大家就抗议。那所以这个法律就等于形同虚设。我现在要凸显是这个问题啊，哈。我们希望跟地方政府在沟通啦，因为有时候地方政府是真的，就像委员讲的，只要一放出消息要让他，大家就开始紧张哈。那我们是希望透过宣导跟那个两个路来走了，因为你不宣导，只是这样做，大家还是担心哈，这个会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啦。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除了继续跟地方政府宣导之外，怎么样在立法上用立法技术有实质上可以让这件事情共同解套？我想这个要一起来思考了哈。那我们其他委员、林委员有没有？还有我们陈超，不是，这个是还有还有我嘛？还有一个是郭大使委员，有没有其他要催询的？好，请。我的是这个26之1啊，哈，26之1。那么，就像我这边写的，其实我们知道现在有殡葬管理条例哦，现在是包括中央跟各个地方政府在处理殡葬业务很重要的依据。不过，我们也经常遇到，尤其这个在原住民族地区，我们发现说有地方的政府哦，虽然援引了殡葬管理条例，但是很多处理的过程当中却因为没有遵照原住民族基本法21条或23条，引起非常多的争议。像我这边讲的卡大地部，就是在台东的资本的迁葬案，我想这个司长应该或许还有一点印象。加路兰也是一样，还有三地门部落。所以我提出这一个最主要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哦，请这个内政部还有原民会，那有一些共同的做法，例如在共同颁定一个要点，或是怎样的行政规则，督促，而且是3倍加倍的督促地方政府，在引用这个殡葬管理条例，在处理迁葬或是原住民族地区的殡葬业务的时候，一定要遵守原住民族基本法21条，还有23条。以上。好，那有没有进一步那个？郭委员提到的这个部分，我们来找地方政府来努力了，因为所有的比较按照殡葬管理条例，这个对于这个原住民地区的部分是授权给地方政府去做一个比较弹性的处理。那另外也对于这个相关的迁葬，我们也是希望他们能够按照原住民基本法的规范来处理这个部分。我想郭委员提到了，我们会找地方政府大家共同来努力。我觉得重点不是找地方，因为地方政府就是不听啊，
我们遇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有没有可能明文再制定一个怎样的规则或是要点，而且是由内政部跟原民会共同发布的要点，白纸黑字写出来，督促着地方政府，不管是县级或是乡级，他除了殡葬管理条例可以援引之外，他还必须遵守那个要点呢，是重复加强的提醒呢。委员提出来的，我们这样的哈，如果我们补助的案子，我们绝对是可以去强力要求的了哈。那如果是地方政府的部分，我们来看看跟原民会来讨论一下，有没有办法来定一个那个规范，让地方照着这样走了。因为如果从地方自治的精神，有些东西中央只是一个要点，可能规范性还不足了。但是我们会来努力，是。但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立场的宣示嘛，毕竟中央的主管机关还是内政部了。好。那前三名委员，哎，讲到这个问题啊，都是比较没有问题。我常常讲一个笑话，你们去领乡的话，去一个地方可以走30个地方，给你一个小时就把它解决掉了。像我们早上要去领乡的话，大概要跑了半圈的苗栗县，大概100公里，2个小时，这样啪啪啪。好，那就是出殡的那一天哦，普通一早领完乡就去走。所以我们现在要讨论殡葬问题，我希望大家能真的了解，在乡下的地方，现在早期盖的都没有问题，现在你要盖一个殡仪馆啊，或是一个火葬场啊，比登天还难，因为设在哪一里，哪一里都会反对，设在哪一村，哪一村都不满意，所以部长，这个你要实际去把它协调沟通，明确的定一个方法出来。啊，现在你们说在路边的上里面。很多在乡下的地方都是在这样子在办的，因为你要把它从一个乡镇移到一个乡镇，不可能每一个乡镇都盖嘛，所以在这里面确确实实有很多问题，我们要真心拿出来讨论一下。如果比较都市集中的地区，哦，就不要有什么那些抗争的团体在啊，公开我去上部长你去听一听，等一下连什么。那个什么食物都会跑出来哦，都会在那一边无奇不有，反正要反对都有理由。但是殡葬业务要不要管理？确实要管理。你把它分为都市化的地区，一个非都市化的地区如何来解决？所以在殡葬业务里面呢、啊，我觉得要去推广，而且针对问题定一个真正，殡葬管理办法出来，让大家可以遵循的地方。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大家在说的，哦，要起一个殡仪馆现在很困难的，你都市现在是早期盖的哦，不然现在没有地方给你盖，这个是我们最困难的地方，其实这个也是应该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啦。所以虽然这个金额不大，但是你把它冻结，把它删减啊，我是觉得如果现在执政党是大有为的政府，这一个地方要考虑，因为我现在发觉一个现象，现在的抗争团体就非常少，哦，以前的抗争团体稍微一段都几百个，现在的抗争都变得少，执政党抗争了以后，选赢了以后都少了。那部长趁这个时候彻底彻底的去改革，彻底拿上具体可行的方案来做啊。结果啊，您的讲啊，你们都唔知问题糟糕就赶快。像庄瑞祥天天都跟我抱怨委员，他说他出兵天啊，从哪一个地方跑到几个太平洋跟什么洋里面的，跑那么远的 啊！但是你都市的时候，你去照一下啊，天天去照一下，大概就解决了，完全不一样的因而啊！我希望这个慎重的考虑一下啊。好，那我们哎，请林立长委员跟那个我们洪宗义委员。我也有提到环保自然的那个葬法的状态了哈，我们希望说，第一个我们知道说很多县市，尤其是我们彰化那边，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县市的这个殡葬还是所谓的火化场，大家对这一块是非常反应非常大。那立场要检视的是我们的自然葬法有没有就是强烈的去推广，还是它的效应？因为刚刚内政部这边也，因为我们之前要的资料没有要到，那刚刚承办人员有拿给我说每一年的那个推广所谓自然葬法的一些比例，还有年份的增加，但我觉得说在。
同时同时去推广我们所谓殡葬的这种火化场之外，同时也去推广我们自然葬法。既然我们有这方面的推广方式，还有鼓励大家用自然葬法比较环保的话，我觉得这两块要同时并行去做管理跟推广啊。好，我们请洪忠义委员。哎，主席好，哎，我请问一下哈。我想啊，我的看法跟那个陈昌明委员哈、哦、有一点相同了，因为我们都是比较偏远哈、哦。那我请问一下哈、哦，目前全国各县市哈、哦，有几个县市没有火葬场的哈、哦？谁可以回答我一下？彰化、南投还有嘉义县吗？南投有啊，南投南投有啊，南投是一个私人的，对啊，水里啊，是私人的庙的部分哈、哦，所以现在就是彰化县没有，彰化县没有，嘉义县没有，嘉义县也没有。那我想、哦，但是嘉义县跟嘉义市是共用的，哦、对。哦，那个哈、哦，我想我请问一下哈、哦，像这个如果县市政府哈、哦，就是有要争取火葬场的话，是不是中央这种费用还是会继续补助？跟委员报告，这个是要专案的哈，因为我们以前计划是有补助最高5000万，可是我知道彰化其实历经了几任的县长，还有几个乡长，本来要快成型了，到最后都胎死腹中了哈。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是彰化是到那个，对了，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来看看，如果有，我们会再没有，我想是这样子的哈，希望说哈，你们这个费用哈，如果到时候地方政府有提出来之后，你们还是一样会补助，这是第一个啦。啊，第二个我也解释一下哈，其实彰化县哈那么多任的县长哈，都极力的希望说彰化县有火葬场啦，但是都有抗争啦。啊，只要有抗争之后哈，就会停滞啦，好，就会停滞。但是我们县政府哈，还有地方哈，现在都还在积极的找地，只要有一个地方没有抗议的，就可能会做了哈。这个是要说明。那另外就是说哈，那个彰化县目前火葬的部分是会到哪里哈？彰化县的话，如果是靠近台中的哈，就会去台中市的那个殡仪馆那边，还是大肚山上火葬啊？如果是靠近山边的，哦，靠近东边的，就会去那个南投的水里啦。啊，如果是在彰化县南边浊水溪那一边的哈，就会去那个之前虎尾啦。但是现在虎尾哈也没有收彰化县的，所以彰化县民哈现在是蛮困扰的。所以我才问说，如果地方真的有一天没有抗议的声音了，希望这个费用你们也是要专案补助，好不好？好，我们接下来有黄昭颂跟吴其明委员，那我们就先暂停讨论哈。来，那个主席，我想这个案子其实哈，我们要回到那个上一次那个地震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想，那个时候主席那时候应该很非常的年轻，那时候包括彰化、台中、南投，尤其是南投，他们整个是运到我们高雄来处理。我不知道主席忘记这件事吗？好，当时我们就是高雄的火葬场来协助。那但是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南投的火葬场依旧是在水里那个火葬场。前年我自己家里有事情，他们排队啊，可以从今天排到明天。对所有的家属来讲，从今天排到明天，明天晚上再去把它拿回来，我觉得对所有的家属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折腾，而且也是一个伤痛。那彰化的更不用讲，都是跑到南投去水里，又水里啊，水里跟台中都有。那台中那个部分呢、啊？因为我们也常去啊，陈昌明委员也不用羡慕我们了哈。我们现在在路上就会碰到，常常就碰到那些大体。其实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尊重，而且也不应该有的一个现象。包括高雄也一样。那这种情形，其实，在我们殡葬管理站在中央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对亡者来讲，他们的尊严都不够，而且也不应该。所以怎么样能够有一个比较能够解决，而实际上不要从你看从那个上次那个大地震921大地震一直到现在，同样的事情还是一样在发生，那我觉得这就很不应该了。因为已经经过国民党执政、民进党执政、国民党执政又民进党执政，结果依旧是如此。所以我希望这个部分能不能够有一个具体可行，你们认为可以推动的方法来做，我觉得这才是正本之道了。好，还有那个青岛天桥还没拆，没事，等一下我们请部长说明。那个
吴其明委员哈。针对哈殡葬管理条例哈，因为今仔讨论殡葬，拄只咱的陈崇明讲哈，伫南部哈，即、這个殡葬的问题哈，好也较需要，但是伫北部哈，尤其伫都会区哈，伫咱的殡仪馆，伫咱的火葬场，好说到都会都会的反对，但是伫咱新北市的同样有这个问题。啊，新北市就伫咱的板桥，啊板桥殡仪馆伫咱三峡。OK， 火葬场，但是会变成呢，伊周遭有真侪礼仪厅，礼仪厅变成他们没办法去取得合法的执照，所以讲有真侪变成大家都恶性竞争，变成各方角力，所以讲伫咱的中央部会应该要想出一个咱的殡葬要安怎妥善来，来和一般民众，大家因为真侪，大家拢一定即马提起市区，他不可能跟乡下同款。好、哦，有那种大礼仪厅，无你就爱讲去占用马路，啊，所以讲伫咱这个部分伫都会区内底，是不是讲咱内政部爱来想办法，好、哦、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已经拢过去无在地方解决，刷到都会都会的抗争，啊，所以讲伫这个部分政府在推动可能有困难，但是即摆伫都会区永远都存在这个问题，好、哦，即咱特地讲，好、哦，咱内政部爱来研究，好、哦。好。你看，每一位委员不管是都会还是城乡区，都有这个同样的诉求哈，大家要重视。所以，我们是不是这几个案子哈，在272.5万，我们冻结20%，然后来这个那个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报告后时的动支，这样好不好？才272万还要动？这样专案报告啊。立早班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八节，就是27、28、29案。跟各位委员报告，这一个案，这三案都是属于国庆的费用了哈。那因为国庆费用，其实我们每一年删减下来，其实到现在。根本就都不足以来支应我们的国庆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大庆典的部分啊，所以这个部分恳请各位委员就不要删减，不要冻结了。这个是拜托各位委员支持，因为我们整个费用大概年年这样一直减下来，大概每一年我们大概都要2900多万才足够了。但是实际上我们今年只剩下2200万哈，其实2022万哈是真的是蛮少的了。好，请陈昌明委员。本来我很少提到说要减列啦，但是这次大法官的人选里面有七个人讲中华民国是不正常的国家。那我问了行政院，行政院秘书长出来也认为台湾是不正常的国家。既然在执政党里面认为中华民国是不正常的国家，啊，你办国庆干什么？而且我发觉国庆日那一天，好、哦、办的都是怎么办我没有关系，但是日本来的特别多或、哦、一大群在，所以如果你认为中华民国是不正常国家啊，不正常的不要这样办理，就把它删减1000万下来。您的公不正常的国家嘛？那叶部长，我不好意思问他说是正常还不正常啊，他答得很妙而已啊。所以我才没有全市检列，如果是不是叶部长的话，我一定全市检列。你的公中华民国不是不正常的国家吗？这个大家听得清清楚楚嘛。那不正常的国家，执政党既然这样认为啊，国庆你们要去中国化，就跟中国大陆不要连结，就全部不要办最好了嘛，把它检列嘛。好，好，这是陈委员。好，那其他的委员有没有其他意见？那陈委员报告的秘书长后来好像是下午有特别在解释了他的说法，跟你一次讲话才真的，第二次讲话都是啊在找理由来讲的，那个我是不觉得哈、哦，搞个公案，因为第一次问话的时候最直接了当了嘛，哎，要隐藏也要第一次要有准备嘛。好，各位委员，这个毕竟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庆哈、哦、所进行的这个重大庆典了哈。那当然，这个不正常国家这个东西，
行政院已经郑重说明说这不是官方的意见，那大法官当然是大法官另外的部分，是不是容说我们在这边大家有表达过这个意见，然后希望说大家共同的继续支持我们国家的生日嘛？那这种啊，不要啦，大家都不承认中华民国了，再办也没有什么意思。从头到晚，哦，一边一国啦，还有什么一那个嘛？啊，真的讲啊，大家认为不正常就不要办了嘛。尤其你们执政党都觉得不正常的国家，没有必要要办。你再宣扬中华民国又有什么意义了？好，我们请陈其迈说明一下哈，他从101年的预算数是2800了哈，102年2800，103年3200，104年2900，105年2900，所以他今年列2022，应该2020万22万应该是还好啦。那因准龙我在放烟火，起码不在放烟火啊，所以2000。我看是他也比105年马总统那个时候还编了2900多万呢、啊，都应该是可以接受了哈、啊。蔡英文总统要跟马总统不一样，就大胆的宣示国庆不要办了，不正常国家办起来，我们都变成不正常的人了。那天还以不正常的方式来庆祝，又有什么意义？来，黄昭胜委员，然后再庄瑞雄委员。我讲这两件事是不能类比的，我当然支持必须要办国庆日，但是虽然说那些大法官那个时候是候选人来到立法院的答复，可是他们毕竟现在是正式的我们国家的大法官，那个所谓的大法官就是宪法的守护神，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这个宪法他们是对的，所以我想这里大概有两个案子，一个是减列1000万，一个是减列200万，减列20万呢、啊？那杨文志这个呢？200啊？好，1220，你的20嘛？那个杨文志200嘛？然后那个陈昌明是1000嘛？所以1220除以2嘛，减600多嘛？我给你省了1220啊。1220除以2，减列安尼啊，哇，毛改起起的减列一半呐、啊。好，这样啦哈，那个我们也尊重委员陈昌明委员认为说要再更加的严谨的看待国家的生日嘛啊，然后那大家又觉得钱已经删很多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就删20万这样好吧？减列20万的。好啦，谢谢啦，黄委员拜托谁啊？我李占美啊，秘书秘书的。不是啦，这个哈、哦，咱凭良心讲，哪要办的，真真正正认真的去办啦，那就是真的是要足够的经费。哎，每一次国庆日，我们看到别的国家办的那么热闹，对呀、啊，那、啊、我们弄得哩哩啦啦，然后大家又讲那不是我们的国家，这很奇怪，我非常的对，那很难以想象。张委员要讲吗？张委员，嘿，谁要谁要？差不多啦，主观想象归主观想象啦，体制归体制啦，有人讲要抬一千个，到尾嘛是无啦，出来啦。假混，好，那个我们就减列20万，好不好？好，好，来，第二幕讲完了，现在换我们部长登场哈，来，请我们部长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那个摄影机的情况，这样子，哎，来，好，委员关心这个在就是摄影机的情形哦，这基本上当然。大家了解今天有一些陈抗、哦、那所以主要是收证，并没有任何监听或什么，尤其不可能对委员们、哦、做监听。那现在所有在那里的这个移动室的都已经撤除，那但是有还是唯一剩下就是在天桥上、哦、那这基本天桥上的一支、哦、那这基本上是我们院的警卫队在管理哈，所以跟大家报告啊，现在的状况是这样。好，移动社都撤除了哈，那也再三确认天桥上的是我们警卫队的
摄影机这样。对，我想很谢谢那个内政部有做这样的处理。那基础上来讲，我还是不认同部长刚刚所讲的啊，因为以前所有这个收证就视同监听，那是法院的判例，收证视同监听。我再把法院的判例拿给你哈，所以我想未来我希望不再发生这种事。如果是我们自己的警卫队，那我想我们就直接找院长，但是收证就视同监听哈。我希望内政部跟检政署能够尊重我们国会。好，谢谢。那我们继续审查哈。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三幕，三之一是陈义杰委员的提案是针对整个第三幕的，我们是先可是他。啊，对对对对对对，不好意思哈，来第二幕，我们回到那个整个第二幕的哈，那个妇联会的那个陈其迈委员，整个政治团体的那陈其迈委员特别关心妇联会的部分对吧哈？那整个第二幕的部分的话，啊，陈其迈委员要不要请他讲一下，因为他特别关心这个。我知道我知道，只是说因为在讨论到他关心的案子，想请他一起。哎，我现在讲那个妇联会那一条哈，来，我们请内政部正式的再说明一次。早上各位委员关心的这个整个第二幕的这件事情。24。其实应该是整个第二幕啦，第二幕的所有的讨论，对，好，有关于委员关心的这个部分哈，我们在11月24号已经有给再一次的那个催促妇联会来补充资料，给我们资料了哈。那另外也有给各位委员的一个副本哈。那另外我们最近也在签一个案子，希望是说对于这个如果限期没有去做处理的部分哈，我们要会进一步去有已经有给他一个限期的时间，进一步要来做下一回的一个处分了，我们有做这样的一个处理了。好，请陈其迈委员。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刚刚提的一个主决议嘛哈，主决议第14案了哈。那我是建议说哈，这个针对妇联会的这个部分哈，按照人民团体法，有关相关的这个财务本来就是应该透明，而且要报内政部核备嘛，所以我是建议说，内政部应该在3个月内啊，假如他还拒绝提供资料，因为你们至少去文章已经来回应该是有9次，差不多吧哈，然后他都拒绝回复啊，有关他的一个财务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假如说这个11月16号开始起算了哈，他3个月内他假如仍拒绝这个提供财务啊，就按照人法第58条的这个规定啊，撤免其职员，限期整理或解散。我们委员会，我建议就做个决议了啊，从11月16号开始起算了。3个月内，假如他仍然拒绝，那这个3个月内，我们也给内政部一点时间啊，因为我们给内政部已经时间非常多了啊，所以我希望说，这个内政部还是要硬起来了啊，就有关这个部分要求他处理啊，然后你去函，你就跟他讲，按照58条的规定是什么啊，就要说得到做得到啊啊，你刚刚在讲说要撤换负责人，那个你就把它写在文上面，去文给他，就跟他讲清楚啊。好不好？好，好，这个是陈其迈委员要用主决议的方式来表达他对这件事情的监督哈。那请问各位委员，那这样还有要其他三栋的建议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待会处理主决议的时候再处理。好，我们现在进入第三幕，第三幕先针对第一案三之一。
好，谢谢。首先感谢我们委员，就是关心我们户政部分的一个工作哈。那在这一次委员这边的提案里面，总共有九个提案哈，其中有关人口政策的部分有四个提案，针对系统的部分有四个提案，针对于我们户政人员培训的部分有一个提案哈。那在人口政策部分的提案的部分啊，就是几个要点，就是认为人口政策不是内政部的业务，还有就是人口问题是经济的问题，不是人口教育的问题，以及希望能够提出一个改善人口少子化跟建构合理人口政策的做法，并且希望能够提供我们的一个宣传的一些做法。那我在这边逐一跟各位委员来报告哈。事实上在行政院102年将这个人口政策汇报提升到国发会来做整个统筹负责之后，那行政院事实上有订定一个行政院具所属机关人口政策联系协调的执行要点。根据这个要点里面它有记载，就是内政部呢还是要去负责会诊人口政策白皮书年度执行的检讨报告，并且要把这个成效跟检讨的状况提报到行政院人口及人才政策汇报，作为国家发展委员会来研修人口政策白皮书的一个参据，这是第一个啊。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目前是担任整个内政部人口政策业务的联系窗口，并且是一个协调整合的平台。由于人口政策它是涉及到各个相关部会的工作，那每一个部会都有它自己的政策工具，所以内政部呢针对人口政策也有自己的政策工具必须来做一些因应。所以我们在103年有提出内政部因应人口结构老化冲击的一个对策，总共有10大类别、30个措施跟43项的细项工作。那这个部分呢是由我们秘书单位在管考，那但是到今年呢已经管考的成效它差不多了，所以就回归到各个业务单位，那我们这边会来进行后续的一些观察跟处理。那事实上呢，事实上这个人口政策我们部里面目前还是有担任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性质在哈，这第一点说明。第二点就是说人口问题它是经济的问题，不是人口教育的问题。那根据一些人口专家的一个说法哈，就说当然经济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目前我们有推动一些像社会住宅啊，或者是落实居住正义啊，或者是能够减少工时啊，然后来提高基本工资，这样的一些政策方向都有在做。但是人口教育还是很重要，因为早期哦我们的经济很不好，但是当时的人生很多，那还是透过一个人口教育来达到一个人口减量的一个方向哈。那现在根据整个社会经济的一个环境的变化，那我们认为人口教育的这一块是一个需要去重视的啊。毕竟人口不是单纯政府的问题，必须要人民也能够来跟政府做一个配合，所以在这一块我们认为还是有推动人口教育的必要性哈。那在第三个就是希望能够改善人口少子化跟建构合理的人口政策这个做法，我想部里面已经针对内政部所能够运用的政策工具有相关的因应策略哦。例如说我们修正的国籍法放宽了入出国跟居停留的相关规定来进行留才跟揽才哈。那另外就是在营建的部分呢也建构一个安全居住的环境来落实居住正义，来因应这个少子化跟人口老化，还有就是加强培育我们的新移民跟子女来提高南向的竞争力等等的措施。那这个部分我们事实上都有各相关单位，内政部的相关单位都有在做哈。那在宣传的部分呢，我们有订定一个人口政策措施的宣导实施计划，而且也有一个绩效的评核要点。那我们在今年也预定了3个主题让各个地方政府来推动哈。那这个部分其实相关的宣导做法都已经有了。那由于这个人口政策的预算今年大概是编129万多哈，那经费其实是相当的少，但是我们在这样少的经费之下还是很努力的在推动一些内政部有关的人口政策的相关作为，所以恳请委员能够支持这一部分的一个经费哈，不要再做这个删减跟冻结。好，我整理一下哈，其实3/1、3/2、3/3大概都是一样，还包括3/4，所以你刚才做的说明了哈，待会一起处理。但3/1/1是这个Glass 委员所提的，这跟你刚说明的内容又不太一样了。3/1/1的部分，这个我等一下会在系统的部分说明。系统的部分哦。对，还是说要现在说明也可以。05的那个哈，那我们 Glass 委员，我们待会就跟类似的一起处理好了。好，好，那各位委员刚才说明完之后，大家有什么意见？好，请陈一杰委员。我
我先讲一下那个三之一我们这个案子哦，因为他那个你原来编列预算的各项计划当中是为了预期效果，是为了要维持人口的合理成长哦。那但是我觉得他这个部分其实跟现在的社会结构其实已经不太一样了，因为目前社会结构其实是偏向老年化然后少子化，那所以我觉得在过去内政部推行的这个人口政策的当中，其实我们也看不到它实际的一个绩效出来，所以我比较建议我们还是先冻结 10%， 那等内政部针对如何改善少子化的这个方案以及建构合理的人口政策来做专案报告之后再予以动之。OK， 那个跟成本包他这边只有1,298,000嘛，哈。哦，你是整木的，是不是？那整木的话，是不是我们待会再来一起看？没关系，因为很快第三节没有什么提案哈，那就针对三之一之一跟三之五也请再继续说明，我们再来决定第三幕怎么处理。好，那再来是有关于这个户籍证系统的部分哈。那委员大概有四个意见，第一个就是针对这个使用的内容，到底整个系统它整个细项的编列的内容是什么？还有就是有关这个收住记跟频谱人数，希望我们能够做一个统计。还有就是针对身份证格式的调整这个部分哈。那首先就是我们的户籍证的系统啊，事实上是在1998年的时候有一个全面的更新。那这个部分它的这个计划是到102年，所以它有保固是到102年跟103年，所以当时这个经费编得少是因为是在保固期的关系。可是之后在104年之后呢，我们就恢复了正常。那在这个部分呢，因为当时的系统不是很稳定哦，所以我们有跟原厂购买一些授权以及一些技术上版本更新的支援。那原厂这个授权跟支援的费用其实是相当高的，那这个也是为什么在104、105、106它的这个整个系统的运作跟这个硬体设备的维运它的经费会增加的原因。那整个细项呢，我们有整理一份的资料哈，那可以让委员这边来了解。那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就是说有关于这个收住记跟频谱人数的部分哈，因为这个部分是在早期的户口日据时期的户口调查部里面，那当时在整个做这个系统建制的时候只有建三个栏位，一个是姓名，一个是出生年月日，再一个是户籍地址。所以针对于当时的频谱或者是收住记，当时没有去做住记哦。那现在这些资料就是我们光复，我们对于80几年那时候推户籍证系统电脑化的时候，当时做的这个对于日据时期当时的户籍资料，我们只建置三个这样的索引栏位，没有将收住记跟频谱这个部分啊把它建成是一个索引，但是我们有把它做一个光碟的扫描。那现在如果我们要做这样的统计的话，变成是我们要把当时的445万多户全部再把这个资料全部从光碟里面交出来，一个一个去查，一个一个去看。那这个部分是需要相当的人力跟物力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工作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事实上也有去跟原民会这边了解，就是说到底对于这个收住记跟这个频谱组他的身份界定到底是什么，希望原民会那边能够告诉我们他的一个标准。那原民会是有跟我们讲说，他们现在针对这一块啊还在律定他们的一个基准标准当中，那等他们的标准弄出来之后，我们会跟原民会来讨论怎么做这一块的一个清查。好，这是第二点的说明。那第三个就是有关于这个身份证的格式的部分哈。那因为之前的身份证的格式它是受限于纸张的大小哈，那对于这个当事人本人，因为身份证本来就是证明当事人的身份嘛，对于这个当事人本人的这个姓名栏位事实上是够大的，所以他这个可以做中文跟罗马拼音的并列哈。但是对于父母栏跟这个配偶栏的部分呢，它是一个关系的呈现，那又受限于这个纸张的栏位，所以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个部分呢哈。那我们呢事实上也有在思考，就是说看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将这个父母栏跟配偶栏如果是我们原住民同胞的话，那他的这个中文跟罗马拼音都可以并列，可以满足这个部分。因为涉及到变更现行的一个身份证的版面跟格式啊，我们还要再跟中央印制厂这边再做一些联系跟这个了解。请赖立东委员。谢谢。我想
98年到102年，其实花了20亿来那个了哈。那刚刚有听到的，大概我初步了解啊，102、103年是它的保固期间了哈。那之后这个每年都要花将近1亿多的经费来做后续的维护。我想去确认了解一下，那当时在采购的时候，这个部分有确实就是照这样的采购方式吗？就是说维护费啊，另外是维护要多长的时间？每年都要编列1亿多的经费来做相关的维护工作吗？对，跟委员报告一下啊，其实当初在103年的时候，委员可以看到，他除了是在保固期之外，哈，当时的硬体设备维护费才编这个1200多万了，哈。那最主要是因为当时没有去买原厂的授权跟原厂的技术资源。可是，在103年，我们系统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发现这个原厂必须要授权跟资源进来，因为它有一些版本必须要做更新才能够处理一些 bug 的问题，所以我们把这个部分纳进来之后，就变成是在104、105跟106委员所看到的。我知道，所以你102年是3000多万，103年是1600多万，但是到了104、105、106年都是1亿3000多、1亿4000多万。那我想知道是这样的持续要采购这个部分是要多长的时间？我们是希望可以透过整个户役证系统的集中化，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系统是一个分散式的架构，总共有44个主机点跟44个机房。那这整个机房的这个管理啊，事实上是需要相当的一个费用跟人力的物力了。我们希望能够透过集中化的推动，可以节省这样的一个费用。这个相关资料是不是给我参考一下吧？另外，我想要知道一下后续上了到底这个还需要多长啊？当时采购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这些因素了哈？对，因为到底有没有考虑到这些因素？这每年要1亿多的一些国库的支出来负担这样，那显然它不是当时的20亿，它也许是30亿、40亿，哈，不知道总金额了哈，所以我想说，我了解一下整个案子，好不好？也跟好，这没有问题。那也跟委员报告说，其实各个系统都一样哦，它建制好了之后，硬体跟软体都还是需要编列相当的维护费用。跟委员报告，其实就我们户役证系统，如果跟财税系统比，我们是相对已经是经费经济很多了。那我们请郭老师委员。好，关于那个3之1之1哈，然后刚才这个司长讲的，我先讲说这一案为什么很重要哈，因为首先这个是总统的政见，这是第一点，也就是要回复这个平埔的身份。那回复平埔身份，这是一个大的前提的情况之下，那就牵涉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谁是平埔族，平埔族在哪里？好，那刚才这个司长有讲两个这个说法，有一个我可以理解，另外一个我不太能接受。首先就是目前不包括这个人类学或是历史学都会知道，包括平埔族的后代到目前为止，他们都知道说他们的祖先如果日据时代的户籍誊本有住熟或平埔的，那他们就是平埔族嘛。好，这是一个背景。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在民国之后就完全没有再登陆，应该是说1949年啦，就像你讲的哈，1949年之后就没有再登陆这个熟或平埔，所以我们整个的系统里面，在1949年之后没有。那这就变成一个很大的政策上的冲突，包括如果这个数字没有查出来，会造成我们族群之间很大的冲突。包括说如果回复平埔身份，内部就有一些辩论，包括到底有多少人，那这一些平埔的人口，那可能要回复平埔身份的人口有多少，那会导致国家的原民的预算大概增加多少，那我们又立基于在什么样的数字跟人口数，要考虑在原民会要增设一个平埔族的业务的时候，那我们政府又要投注多少的资源。但现在大家都瞎子摸象，完全没有想象的基础，就是因为不知道平埔族的人口实际上有多少。虽然学界有过一些统计，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到我们的户政的系统来说，在日据时代扫描出来的，即便有445万笔，可是这445万笔里面，如果可以查到有熟或平埔的，至少就知道说白纸黑字写出来，它就是平埔族。现在的问题是说，我们没有钱跟没有人做这个，所以我的问题，我提这个议案是说，把这个丢回来给内政部。如果在这一届，我们现在的蔡政府，这是他的政策，而推行平埔政策很重要的基础，就是要清查到平埔族的人口的这个前提之下，那
那内政部要不要想一想，要去面对这个问题？445万笔，到底要怎么查？安排怎样的人力来把它查出来？那我知道你们曾经有一个文说，你们也很担心这一类涉及个人的这个身份资料的，那又担心如果是委外发包给学术单位，那来看这些很私人的资料是不是又不行，又希望是具有公务员身份的时候来查这些资料，这又导致说有那么多公务员可以来查这450万笔吗？所以就一直在这个套套逻辑里面一直转。那我还是要丢给现在的政府说那怎么办啊？第二个问题，你刚刚有说一个还无法来查清楚这个频谱人口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个原民会还没有清楚的给内政部什么叫频谱的定义。那这个我觉得有一点鸡生蛋蛋生鸡，倒不是，其实原民会正在等着，因为原民会它很重要的一个史料的依据就是熟或是频谱，以我的了解，其实他们当然也是要等着我们查出来的这个人口数，那只是说熟或频谱的人查出来之后再来推算下面他直系的亲属现在分布在哪里，这当然就是另外一个功课。所以我们现在要找的就是最原始的日据时代被你们扫描起来的这400多万笔的户籍资料，的确我们需要一笔一笔一笔的查。那这个时候我想请问内政部说你们打算怎么做，还是说这四年就反正小英的政策就给他跳票，反正也无所谓啊，原住民内部就互相指责说你是原住民我不是原住民，我们彼此的撕裂就这样撕裂四年，这个是我们比较不乐意见的。好，那你简单说明一下。好，我回应一下，其实这件事情我们部里面跟原住民委员会都非常的重视，所以我已经有跟原住民委员会的王瑞莹王处长这边哦，特别来跟他联系说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界定这个熟跟频谱的这些人，好，以及这个人数的事情啊，我都跟他透过不管是面对面沟通或者是电话，我们都有经过很多次的商议。那原民会那边他们给我们的讯息是这样子，就是说其实他们内部对于这个熟跟频谱这样的一个身份的界定，是不是要直接说日据时期的户口登记簿怎么做那我们就怎么认定，还是说要由当事人出来主张，这边事实上他们都还有一些的意见。是认定是第二阶段哦，我们现在只是说初步你查出来这400多万笔在当年有多少频谱人，这个是第一阶段，找出来之后现在的政府要如何认定，这是后面的事情，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第一阶段的问题。对，那如果说我们本来的考虑是说是不是原民会那边，因为我们的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有让 原民会那边了解了，那我们本来的想法是说是不是原民会那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它的界定范围之后，那我们这边再来看怎么做后续的配合，那这个部分我们原本是这样的规划。那委员这边的意见是希望内政部能够先针对于日据时期这445万户先做一个清查嘛。好，那当然如果要这样子做的话，那就是一定要花费相当的人力跟物力了，那这个经费我们就要好好的去估算，只是我们也会担心说这样子清查出来之后，那是不是到时候如果原住民委员会那边的一个界定范围有一些变动，会不会我们之前所做的这一些又变成说有一点浪费了。那我想这个是跟原民会有关的啦，我想我们这边讲的是内政部的部分，这第一点我先讲哦。这个我们是希望说抛出这个议题，希望内政部可以有回应，也去思考这个要怎么解决预算的部分，我个人不坚持。但是我这边要特别提到的是3/5的这个部分，那这边我是有一点挫折哦。坦白说，我们也跟这个司长有讨论过，因为在上一次我们之所以在协助这个105年的内政部的预算有关户政资讯系统解冻的时候，我想您应该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不坚持继续动是因为说我们可以解决3/5的这一个问题，但是呢结果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其实后来是没有解决的，也就是说我同意不动，但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但没有解决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我这边讲的就是身份证的背面啊，如果有遇到名字很长的父或母或配偶原住民的名字，他就放不下。好，大家把身份证的自己身份证的背面拿出来，父或母或配偶的格子大概只有身份证的1/2的那个空间，遇到很长的名字的原住民的父或母或配偶就会放不下。那原本这个
当时内政部或司长是说好不要继续动，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但日前呢，这个户政司有到办公室的确有讨论过，原来是在不跟动空间的情况之下重新设计，如果有一个人的名字十个字就给他全部放进去，那这个字呢非常非常的小，大概只有四级三级，而我现在已经老花了， 我可能还看不到的那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那不能接受怎么办呢？司长就会讲说这是94年一直设计到现在没有办法改变。那这个答案也是我不能接受的，因为其实整个的这个栏位必须要可以与时俱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说请教户政司能不能特别针对原名，因为等到下一波的晶片身份证卡出来的时候，我们已经不知道几年了，几年以后我们现在也看不到确切的时间表，所以有没有可能在这之前，在这个过渡期让我们原住民族的名字可以放进来，请你们跟中央印制厂去评估，即便要重新开模这大概是需要多少钱。那我不知道处理的状况如何。好，因为这个讨论好久了， 你可以再最简单的，我们要赶快处理预算。对，我想我们确实在上一次的时候有答应委员，所以我们回来研究，我们系统也确实做了一个应用程式的一个处理了哈。那因为受限于这个版面，我们这个空白证当初印的时候，它的栏位就是这样子了。那其实它的那个线，它其实不是线，它里面有防伪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说这个栏位，我们空白证又要预留一些存量，所以我们总共又有480几万的空白证的存量，都已经印好那个栏位在那里。那所以我们本来是想说，如果可以调整应用的程式，让这个名字可以在那个栏位里面把它显示，那这样子也可以达成委员的要求。可是如果这个字很长，确实就如委员所讲的字会很小，所以看起来也是看不清楚哈。那所以后来跟委员报告之后，委员是有建议说是不是我们可以再重新开模，再重新来印制一个身份证的格式。那其实这一块我们回来已经有在跟中央印制厂那边研究了啦。好，那我们会看研究的情况怎么样来尽速跟委员这边再做一个报告。因为时间有限，包括3-5-2、3-1-1我不坚持，但是我会坚持3-5-1是要冻结的。来，我一起处理好，包括陈怡杰委员所提的那个部分哈。我建议是这样子，今天委员提的这几个案子其实都蛮重要了哈。不过我帮忙说一下，就是先前在解冻的咨询，因为我也在嘛，确实当时是有提到说我们在现有格式写进去啦，但是可能我们万万没想到写进去有字变得好小这样，对不对？这是今天新衍生出来，所以当然就会有新的课题，要不要改格式？啊，原住民的数量就我们认为一定远比消化那400多万张之后再来处理重要的多，所以你们刚才说要去研议，准备要去开新模的这可行性，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包括陈怡杰委员讲的人口的这个东西，当然都很重要。所以我们整个第三目，我们是不是冻结1000万元？好，冻结1000万元，然后呢，这四个案都一起并同要来3-1、3-1-1、3-5-1跟3-5-2，好，都一起冻结1000万元，然后等到来立法院那个叫什么专案报告后始的动资这样子。好吗？1000万元这样子。好 ，OK， 那我们第三幕就这样处理。再来，我们进入到第四幕。第四幕的话，陈超明委，对不起，这黄昭顺委员提的是整个第四幕本身哈。那我们是不是就先请说明？其实哈，我想对整个的地震业务，我大概有几个想法。第一个就是说，在那段时间，我们看到我们国家用很多的公权力，包括太平商场的事，包括许多破迁的方案，也可以说是政府都无视于这些人民他们的呐喊、他们的请求。所以在那样子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们都走出来，但是在整个正义上面我们看不到政府给了答案。所以我想我对这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是对这个部分有意见。第二个部分我想对这个最近的地价税跟房屋税，我依旧要表达我最深痛的一个痛。
我想这一次的这个地价税跟这个房屋税，事实上已经造成一定程度人民的影响，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内政部跟我们那个财政部能够有一个具体的方案来处理，所以我提出要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冻结的一个预算，我并没有要删除，我其实冻结是一个手段，希望他们能够借这个部分，包括那些破迁到底他们要怎么做，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房屋税跟地价税，我想这些法规，因为今年上去，虽然他们现在对自住的大概有可以有分期付款或者延期缴纳，但是并不表示不用缴纳，因为如果有一天他们被送到法院去，他们的财产还是要被拍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今年账上去，你明年势必就是三年就继续账，那对现在经济来讲，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压力，所以我希望能够冻结，请内政部跟财政部能就这些事情给我们一个比较合理的答案。好，那我们在第四幕讨论完成后，回头一起处理黄昭顺委员的提案，因为它是一整幕的预算。好，那我们接下来四之二、之三、之四、之五、之六、之七、之八到之九都是第一节，请说明的。主席、各位委员，这个有关于这个第四幕的部分哈，那首先四之一的部分哈，也是刚刚提到，是不是这个政府对于这个破迁这个部分哈都没有处理了哈？那其实这个部分呢，是是请你针对二到九，二到九是好，那二到这个四之二跟四之三的部分哈，其实是比较有关于这个我们这个南海的这个处理的这个问题啦哈。那其实我们这几年来对于这个南海哈，这个包括仲裁之后哦，我们都已经有这个收集各方的这些资讯，而且也跟各部会哈，还有这个专家学者都有在研议哈我们的这个对应的一个方案。那我们在南海这边收集的资料，其实我们也都提供相关的机关作为这个海域情势分析跟这个南海事务规划执行的一个参考，所以我们并不是这个都没有这个什么作为啦齁。那其实我们在103年跟这个104年这个中间，我们也都做了一些南疆史料的一个特展齁，那以及这个一些灯塔啦，或者是这些码头它的一些启用典礼。那么在今年的这个七月的部分那我们叶部长也这个部分也都有登上这个太平岛哈，那所以我们这个部分这个内政部这边持续其实还是会这个适时的这个宣示政府这个推动太平岛成为这个南海这个海洋生态气候变迁的一些研究的一个重心哈。那由于哈这个这个我们这个计划哈是测量方域里面哈我们这个海域的一个调查，这个计划它是会涉及我国岛礁主权跟海域权利的一个主张哈。那如果说把我们这个经费哈予以冻结的话，那可能会涉及到将来我们在国际上对于我们海域主这个权利主张它的一个事实表达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这个部分能够还是给我们维持。那四至三的部分跟四至二的部分哈，它是内容是一样哈。那另外四至三之一哈，四至三之一的这个部分哈是提到就说希望内政部来研议整合教育部、交通部跟这个原民会这边对于原住民地区地名的一个中译的这个部分哈，能够提出一个比较适合这个原住民在地特色的一个标示的一个方式哈。那这部分原则上执行哈这个这个地名哈标准地名这个译写这个部分，原则上它是县市的一个职权啊齁。那但是内政部这边当然也会
内政部这边当然也会这个协调哈，这个援助这个原民会哈，让我们来协助县市政府来处理，因为这个原民的这一些书写的一个方式或者是他的一个意写，我们觉得还是由原民会这边哈来主政会比较适当哈。那另外四之四跟四之六、四之七、四之八这个部分哈，是一样的哈。那这个部分是希望在提到说我国海域调查跟图资整合发展这个计划哦，它在104年哈，就是有高达10项的工作没有完成，那么执行率比较低哈。那这个部分我们的说法哈，我们提出来就是说，因为这个海域调查跟图资整合发展计划哦，它其实在104年哦这个部分，我们是因为这个海域它的一个调查，因为这个是船哦，要看船期哦，那它出去工作必须受到天候的影响，而且相关它的一个工作执行的成果必须要有配套的一个执行哦，所以它这个契约它期程其实是跨年度的哦，没有办法在年度内完成。那其实104年的这些工作案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执行了 99%、哦，所以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哦。那106年的这个计划哦，那因为它也是要规划办理海域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调查，那包括电子航行图它的一个加值的一个制作，那么岛礁图资的一个测制等等，那么这些其实都跟我们的这个海域的主权哦，那将来会有息息相关，而且它这个传奇的部分哦，那还有一些它的一个配套哦，那它可能这个都是希望在年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规划，所以我们建请哦，这个部分的这个经费免予冻结，那也免予删减哈。那这部分希望说，这个涉及到我们国家主权的这个议题哈，能够我们还是能够给各位委员给予支持。那另外4之5的部分哈，4之5的部分是提到就说，我们在测量跟方域的向下哈，那我们的这个编列的这个预算里面有非常高比例的一个委办费用。那么这些委办费用哈，是不是将来不利于这个立法院的一个监督啊哈？那我们跟这个各位委员报告哈，那其实我们这个部分之所以会有委办的一个费用，因为这个向下很多哦，它是涉及到比如说空间测绘它的一个应用研究哈，那或者是刚刚提到的一些这个海域的这些调查，那这些工作都需要借重我们国内学术单位跟产业的这个合作来共同研发这个测绘技术的一个应用，那有一些呢也必须是要运用民间的一个航拍飞机或者是比较高性能的一个光载空达的一个系统来办理哦，那所以这边呢是必须要委由这个外界来处理，那但是这些经费呢其实我们都会严谨的哈来动之哈，那这些部分呢也会经由这个大院的这些监督哈，那应该是这个比较不会有说不利监督的一个状况了哈，那我们也建请这些经费哈能够予以维持哈，那免予删减跟冻结。好，那4之6的部分是刚刚连同4之4、4之7跟4之8，好这个部分。那么4之9哈，4之9的这个部分是提到我们有一项是这个空间测绘哈，它的一个应用研究发展计划，这里面哦，那提到就是说这个计划跟这个104年哈，之前前年度的一个应用先进航遥测发展空间资讯这个内容似乎是有所雷同了哈。那跟各位委员报告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计划哈，那它是以结合本土研发这个经验来提升测绘科技技术以及自主研发的一个比重啊，然后来吸引这个国内产业跟学术界投入测绘科技的一个研发人才跟经费哦，它跟之前的哈，那跟之前的这个计划哈，它完全是没有雷同的一个地方。那么提案也提到，就是说是不是这个里面哈这个应用先进航遥测技术发展空间资讯计划啊，这个
他编列的这个预算数哦，是总经费不到50%，这个计划成效是不是欠佳？那其实我们在处理哈，因为这个国家的这个财政是确实是比较拮据，所以我们在处理类似的这样的计划，我们都是用这个重点顺序来滚动的一个方式来检讨。那这个计划呢，我们在105年执行率都是达到90%以上了哈。那这个计划它也是属于行政院灾害防救应用科技这个方案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计划。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105年这个台南大地震的时候，我们在资源救灾的这个部分，我们就是用这些比较先进的这些科技来处理了哈。那因为这也是一个延续性的一个计划哈，那我们是后续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委员们能够支持好。那再来4/10的部分，先这样就好了。是，好。好，谢谢。Hey, 好，那请问各位委员要不要发表一些看法？我们请林立场委员，然后陈怡杰，没有陈怡杰委员，然后郭大使委员，还有林立场委员。那个我们的案子4/12的部分哦，在这里跟那个招委报告一下，我们也是动整目的冻结10%哦。那我相信那个南海主权这个部分，其实是我国人民众其实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啦。那当时其实我们部长登上太平岛的这个时间点，我们都认为其实已经有点慢了啦齁，所以整个积极度上我们觉得是非常的缺乏的。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还是认为应该要先冻结内政部的那个整目的10%。那等到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也将来要如何维护南海主权，去来做一个专案报告之后，我们再新行动之。那刚刚我听主管机关有说有关南疆史科特展这个部分，其实这个是有点夸张，那之前马政府就在做，那你拿这个理由来说你们不予冻结或者不应该悲伤，我觉得这个借口不是个借口哦，因为这是马政府当时就有在做的事情。那所以南海主权要怎么维护，我相信这个是不是说在这里冻结就可以处理的，但是你们要如何拿出告诉我们你们要怎么做，才让我们真的认为说你们对于整个主权上是有在维护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怎么样让我们看到你们对于主权的维护的积极的态度，也是我们所期待的了哈。所以在这里我非常坚持啊，我觉得应该是要先动个10%，然后等他们做出专案报告之后。不然他们不是，因为我觉得连你们刚刚说南疆史科特展这都讲得出口，都觉得是个笑话，对不对？如果你们这理由不是个理由吗？真的，部长，你这个是马政府就在做的事情。如果你是因为这个说明，说真的，这真的无法接受。所以我觉得先动，我们还是会希望维持我们是动10%啦。等你们做专案报告之后，我们再予以动之啊。好，那我们那个如果大家我支持黄委员啊，如果要动50%是 OK 啊，对不对？部长有要回应，对不对？是不是？我先公说了哦。那都讲完好了啊，因为郭大使委员、okay. 林立场委员，然后庄瑞雄委员这样。刚才关于4/3这个部分哈，这个是司长嘛哈？司长您刚讲的哈，我还是要说哈，那个我觉得这样讲，遇到原名的事情的时候，经常会这样。我们讲说传统地名的易写，你第一个反射就是说这是地方政府的权责，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原名会才是专家。那我就难免要问你，标准地名易写准则的主管机关到底是谁？标准地名易写准则主管机关从来都不是内政部原名会，而是内政部。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啊，我想要讲的哈。那第二个，我就再跟你再讲一次，我们有很多的地名原本就是从原住民的语言来的，例如说乌来那个地方的泰雅族原本叫它乌赖，是汉人来了以后才把它写乌来。可是乌来之后呢，我们却用教育部的这个拼音系统呢，易写系统，就说 WULAI， 这个拼音就跟原本的乌赖原名的拼音不一样。所以我现在要讲的是拼音的问题。那第三，内政部也有一个标准地名审议及地名管理办法，里面的确有说各地方政府是这个主管的机关，可是我们这边讲的是标准地名，我们讲的是汉字的那个地名。
所以从头到尾我一直在跟你们讲的是拼音的部分。好，我想这样的权责很清楚嘛。所以内政部呢，其实就是要找为我们的标准地名找到正确的拼音，尤其是原住民族地区的地名的拼音的主管机关。我觉得我这样的厘清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现在只是这一个东西是希望，这一案是希望说，你们可不可以主动的去找交通部还有原民会来讨论如何整理出原住民族地区的地名。所以不要再讲说这是地方政府的权责，不要再说原民会比我们更厉害。如果标准地名易写准则的主管机关是内政部，那我觉得今年在这一任的内政部应该要对原民的地名有基本的尝试。这一案我坚持，其实钱不多，但是就是20万而已。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象征性的，那希望这个内政部也可以有所，我们讨论讨论，然后看可以怎么改善呢？哎，那我建议这样好不好？你们主管的是标准地名易写准则，对不对？你们就在你们主管的范围内先做个示范嘛，对不对？你的意思是这样吗？你就直接把原来原住民名称已经有共识的，也就是说，假设以乌来为例，他如果已经确定有共识是叫 ULAY 这个，原民会有吗？哈，麦克风。我可以补充说明啊，事实上，针对原民会这个原住民这个地名来讲的话，我们是目前来讲是让每一年啊都有协助地方政府，但是这个东西还要地方政府他们发动，但是我们今年还是有补104年、105年，我们都有编预算来补充啊，来协助地方政府他们针对他们原住民的那些部落啊，他们名称要去怎么更正，事实上我们都有在做。我现在讲的是不，我知道你们跟我讲的是不一样的事情啊，嘿，你们很清楚我在讲什么啦，嘿，所以我们就冻结20万，那你们去讨论一下这个易写，我现在讲都不是汉字写出来的地名，你们很清楚我在讲什么，你们有一个叫标准地名审议及地名管理办法，我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东西，我讲的是地名下面的那个拼音，嘿。我们这样了哈。这样子我等于就是现在就请你们要彼此同理啦齁。现在你们担心是说因为从中文翻过来又回到原来的名称，我们反而一般人先念不出他那个中文的名称了。但是也因为被你们这样一改以后，他原来名称可能就永远就会消失了。所以彼此之间有这样你知道吗，这样的一个这样的痛苦竞合齁。那就积极的看待，因为我想国家所文件的提案都很精彩嘛，它其实就是站在原民的角度去提醒我们以汉人为主的社会跟政府单位在立的法令里面所出现的汉格。好，那是不是请市长这边齁积极的跟原民会还有国家所文件这边我们来齁研讨这个问题，至于要动作我们待会再一起讨论齁。好，那我们待会刚才有讲的是那个林立产委员，然后再庄瑞雄委员。好。那我提的是在于我们的所谓的那个海域调查跟土资的这个整合发展。刚刚司长您有讲，也有讲说，其实在整个规划里面，其成的影响会影响到整个完成度嘛。那事实上我们也看到第一年的所谓的完成率执行率只有67%嘛，表示这个当初设定的时候就有些环节上面就有余力跟有问题了，你没有去考虑到在执行的时候，不管时程还是执行的时候就会遇到问题了。现在已经3年了，它的执行率就是您刚刚讲的拉到第三年才会把它 整个执行到99%嘛，您刚刚有讲嘛，表示第一年的时候执行率就很低了嘛，那到第二年慢慢改善嘛，表示您当初在设定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余力嘛。所以我觉得说 既然设定上面就已经有余力了，必须要去提出一个检讨的报告下来。就是说他是这边提到的是说104年、那104年因为我们是有跨到105年，所以104年我们是保留了大概将近4800多万，那所以到今年到现在为止他其实已经是完成整个的一个执行率是已经99%，所以是2年。那为什么会第一年104年它会变成是契约，是一个跨年的一个契约，是因为当时我们就是考虑到说它有船期上面的一个
影响。那有一些传奇它势必上有那样子的一个量，但是它确实天后的一个影响，它没有办法在年度里面整个把它结束啦。哎，是，那因为这个计划它的一个开始哈，那时间上可能是也是稍微有一点延误。那个骑乘的话，那整个那个传奇，因为要配合天后的一个影响，那所以就比较慢。那所以一直到今年105年，那现在已经差不多已经都完全结束啊。您的意思是说，之后就不会因为传奇跟天后影响而影响到整个计划吗？这个也应该要设定在计划之前的时候，就要有预期里面会发生这些事情吧。我们就是在规划的时候，我们就对于它的一个量，对于它的一个量跟它的一个时间，我们就把它缩短。就以前如果说量比较长的时候，那你要出去去处理的时候，那当然时间就拖比较长。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把量做一个限制的时候，它就不至于在一个年度上面就会拖很长这样。好，那您庄伟雄委员，不过这个我请一下司长啊，我还是觉得有点奇怪了，是这个地方啊，本来我是提案要求减列500万了哈。你针对整个海域的调查，还有那个图纸整个的一个发展，本来是6年的一个计划了。那你提出来，你像比如说这个，不管说是前政府马政府做也好，现在的政府做也好，你每不管是哪一个政府在做，似乎让我们发现到你每一年度的一个执行，跟你的控管的时候，跟你实际上想要的差距很大。你比如说一百公司，你大家拢客出来，拢该你看来，你该下出来这样60几%。啊，你跨年度以后，你说达到90几%，那你整个计划是6年要完成嘛？那你都变成你这样的设定的一个意义，一年设定几%，这样意义在什么地方？那冻结哈，有那么多人要提出来说冻结，那也不是一个坏事啦，督促你们去做整个那个集成的一个控管啊，或者说你们在控管上面是不是有瑕疵啊？这个确实是要去做一个督促了哦，好不好？好，是跟委员说明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确实都对于这个计划它的执行跟那个经费它内部的一个控管的这个流程，我们都已经有提前在规划，我们现在就是都有提前在处理。对对对，不会，我们还是希望委员能够相信我们，我们会尽量努力。是，好，那我们第一节的部分，我们是全部组员在一起。我们第一节的部分大部分都冻结，那删除看来的委员没有坚持，那我们是不是在第一节的部分，我们这个它是真的第四幕，我们第一节的部分我们照陈一杰委员讲冻结10%，好不好？第一节没有了，这样没有办法这样处理。不仅仅是要冻结的，我还要删呢，还要删一部分的钱呢。那这样我们先不要处理好，我们全部都讲完再来处理。现在处理啦。你删500，我同意啦。我删5000的啦。那不然我们这样子啦，我自动退让了。我们就是冻结那个500万，删除500万，这样好不好？冻结1000万呐、啊，因为是有删减的嘛，有减列的。三五百冻1000呐、啊，要不然就3500冻1000，好不好？它是10%哎、欸，我知道啊，就是因为有删减，我们就综合在一起，这样就更有约束力嘛。好了，好，那我们第一节就减列500万，冻结1000万。那冻结就是要来那个内政委员会报告专案报告后的动支。好，我们进入到第三节的部分，有4-11、4-11-1。4-12、13、14到23，是我建议那个说明是可以更简洁一点，这样子就是哈。4-11的部分哈，4-11的部分是我们会继续跟这个业者沟通，那也希望不要删减，因为我们这个经费都很少哈。那4-12的部分，4-10。照你觉得比较顺的，你看。好，谢谢。4-12的部分，12是跟
十二的部分是有关于这个实价登录的这个部分呐、啊。那实价登录部分，其实我们已经非常努力哈。那提案是提到说这个可能资讯太慢了哈。那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因为法令是有给民众30天的一个申报期，所以我们这个是已经非常快，而且我们还是持续在努力，希望委员能够支持哈。那13的部分是有关于13跟14是有关于地倾的部分。那地倾的部分其实这个部分我们是依照这个行政院哈它的一个清理的一个计划。那这个是过去总登留下来很多这个权力不完整的部分。那我们执行的这个成效事实上也都还不错哈。那这部分有提到说是不是有民众的这个民众的一个这个陈情，可能对个案的一个陈情或者是说技事工业的这个部分，那这部分我们都会跟县市政府啊我们会这个加强的一个联系来辅导。那我们其实都每年齁、每年固定都会有定期以及不定期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计划。那另外4至15的部分，15、16、17跟24这部分都是属于地震跨域的一个服务整合计划哈。那这个是一个第5阶段电子化政府计划里面哈，这个数位政府的一个子计划哈。那这个部分是为了要活化资讯它的一个运用的一个价值啦哈。那配合行政院推动 MyData 的一个政策啦哈。那将来可以在线上，那个人可以去取得啊这个个人整体的一些这个地籍的一个资料。那对我国哈将来这个资讯的一个这个提升的一些运用哦，这一定是更加有这个价值哈。那这是16、17、18，然后再来是18、19，是有关地价税的这个部分哈。那这个部分我们绝对会跟这个财政部尽速的这个检讨这个公告地价哈这个调涨的一个机制。那在明年的部分哈，因为公告地价它是3年调涨一次哦，所以明年公告地价是不会再调涨。那公告限值的部分哈，那我们这个也会看这个地价的一个动态来处理哈。那另外是20、21、22、23这个部分都是提到土地征收的这个部分。那当然土地征收的这个部分我们都非常的一个重视。那这个本部也都这个办理哈，这个已经订这个听证的这些要点哈来处理。那至于土地征收它有这个提出一些这个系统的这个部分，那因为这个部分我们是希望持续的能够在网上能够让民众啊能够去看到去查询到一些列管的一个案件啊，所以所做的一些系统开发的一个费用，那还请委员们多多支持，谢谢。好，那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要垂询的？来，请杨委员。我请教一下哈。上一次那个我们内政部次长过去的时候，我今天是没有提那个在预算的部分，我是没有提了哈。但是我必须要讲一下，上次我们那个内政部次长过去内政委员会过去金门的时候哈，有遇到了很多乡亲在反映那个门槛点啊那个状况。我相信地震师对这个应该都有点知道。很多我们的乡亲呢，这也跟地籍都有关系了哈，这跟地籍也都有关系。很多我们的乡亲当时在被占用的土地在购回的时候，那因为不懂这些相关程序。结果被征用的时候是房子带门槛点啊，一起被征用，一起被征购。结果去买回来的时候只买房子，变成门槛点是别人的，或者是变成是国家的，那就造成了很多的问题。那这个部分呢，当时我们跟那个次长在谈的时候是有说，请地震师这一边呢来协助，譬如说用空拍空照，或用以前的一些历史缘由，或者是用什么方法技术上来协助，让百姓可以把这一块属于他的这个主产的东西可以拿回来。好，那这一块从内政委员会回来到现在了，好像也没有看到地震师有什么相关的动作，是不是可以在我们今天这个会后看多久以内哈，就这个部分啊，我们到县地去来做一个协调，或者是相关的处理。啊，否则很多这个乡亲在这个地籍上面吃了很多的亏，也一直没有办法来解套。啊，请林立昌委员。
其实我们在看四之二十，其实我的案在六之一，应该跟这个是一样的，所以我能不能把它并到四之二十一起来讨论？就六之一一样，都是土地征收，因为从104年就是土地征收的部分，我们就有142.8公顷嘛，那可是我们事实上使用的量非常的少，不到一成嘛，就不到十分之一啦，不是一成，不到十分之一嘛，我们使用只有13.48嘛，所以我们的开发跟使用就非常的少嘛，表示说闲置空间很多。那再加上，就像我们上一次去金门做考察的时候，事实上很多民众的那个门口顶前面就被征收了，明明的银刀就也被征收了。那我们事实上征收到那么多，那我们有些又征收到民宅的那个人家的钱，就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讲啦，反正他就过来跟我们说，我们征收到他的门口顶啊，所以我觉得说这块我们在征收的时候有没有去做实际上去看，还是我们看图画一画就这里收起来，可是实际上他们就已经盖出房子，那我不知道事实是怎样，我们只是知道说既然征收这么多，可是使用量又那么少，那到底我们 的效应是什么？对，要不要说明一下？首先针对金门的部分，因为它金门它是适用离岛建设条例啦，所以它跟一般的那个征收比较不一样。那至于说金门它特殊的那个状况，它是哪些它是可以购回，或者是用返还的方式，我想这个部分我们都可以个案我们来处理。那因为这个部分离岛建设条例，这个是国发会那边它在主导，那我们会跟它联络，然后同时我们也会跟金门县政府在这边处理，这个都没有问题。是那司长，我们有随时在检视吗？是有，我跟林委员报告，就是说刚讲到的，就是说这个只有一乘13.46公顷这个部分，它其实这部分是只是完工。那原来讲的这个部分，因为它过去有一些比较旧的、比较老的案子，它可能到现在虚地机关它不要了，但是它不要了，它又不愿意马上放弃，所以我们会去辅导他们去办废止征收哦。那它废止了，它不要了，或者说它认为它这个整个案子它比如说它有需要的部分少部分留下来，其他的部分它是不是继续施工或者是怎么样，因为这个部分我们还是持续在跟这个虚地机关沟通。其实我们现在如果已经废止或者是发还的，就是还给老百姓，这个已经达到57公顷哈，这个已经占全部面积的51.8%，也就是说一半以上，这个其实我们已经把它处理完了。那另外剩下的这一些是要等着虚地机关他自己去检讨，他如果说真的需要用，他必须要马上赶快使用，否则他应该要还给民众，还是？所以我因为不只是我啦，因为这边我们看到姚文智委员也有提嘛，表示说我们在这一块就是没有像您刚刚有问才会去讲到说明说比如说怎么归还的，归还50%几了，就已经57公顷了。那表示说您整个征收然后归还然后整个流程整个那个时程都必须要提供给我们内政委员会，让委员们去了解。那我们看到数据真的差很多啊，您征收那么多，可是在使用的时候只有10%不到。也是顺便要跟这个委员报告，就是说其实我们地用这个刚刚讲的20、21、22那个几件其实我们就是要去建置那个系统，就是说充分把过去的有哪些案子，它目前状况怎么样，这个部分我们也都要列管。那其实针对于这个刚刚讲的137这余公顷这个部分，我们也都每半年也都有召开这个会议，就是说因为那是虚地机关，我们必须要督促他们。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到现场去看，我们也会请虚地机关跟我们就请县市政府一起去看，所以这部分我们都有在处理。
还有那个四至二十一的部分，因为我觉得说整个系统都建置好了，那在去年的时候编列50万的维护费，那为什么今年还要增加40万的维护费，就变90万？就是逐年增加吗？因为已经系统完了，那维护费第一年也编了，那为什么逐年还要增加维护费呢？等委员报告，就是说，去年增加的这个维护这个费用，其实它是一个系统开发的费用。那因为我们是希望说，让民众知道说新好这个已经新审核通过的案子，目前在哪里？那它施工了没有？我们必须要去管控虚地机关。我们准了以后，我们还是必须要去管控虚地机关。但是刚这个委员提到的过去的案子目前到底怎么样，我们也是一并要把它放着去列管。那过去的这个资讯的这些东西，我们原来是有旧的，我们是有一些这个旧的系统，我们必须用新的系统来取代。是，所以呢，我还是坚持就以去年的那个维护费50万就好了，不用增编到90万啦。因为其实逐年要增加这样子，其实我们整个公务预算大家都在的后头白去按啦。你今麦要搁加钱，我感觉讲吼无啥需要啦。可以删掉，这真的很小，只是说是那只是说，因为这一件事情，我们就是想做让他完成。应该不会明年又来再增加40万，就变成130万，逐年增加。因为您说，因为逐年必须要增加业务。对，那委员他不是维护，他是要新增哈，所以必须是您上面是写维护嘛，您这里是维护土地征收的作业要点，所以他是在维护的这个项目里面呐。您如果如果是要增加的话，应该在别的吧，因为这个项目是维护嘛，它是新增我们整个列管案件它的一些管控的一些资料。可是为什么会在维护里面写的？对，所以我们还是因为这钱不多啦，但是对于这个土地征收的这一块，对民众的权益是很有关系，还是请委员能够协助。因为您今天讲，我才知道这不是维护，因为您的就是这经费的名称、计划名称叫做维护费，可是您跟我讲的是说新增，这个跟计划名称会是不符的哦。哎，不好意思，这个里面它是编列是那个业务费啦，它不是以维护费的，是。你们去跟那个林委员说明好了，好不好？那我们先请那个吴其明委员。啊，市长，你们现在可不可以就是？啊，刚才哈，你在讲公益的哈，实价登录哈，啊，经过很多哈资料拢经过完成嘛，但是哈，依本身了解哈，实价登录内底哈，民众对咱实价登录内底的资料也是非常的少，啊，所以讲吼，我冻结这50万，吼，并不是讲吼50万，主要是要爱吼咱地震师这边来做改善，吼，要安怎讲吼咱的民众吼，大家感觉讲咱实价登录办了真成功，资料真多，因为真多人甲我反映这个问题，吼，所以讲吼咱的改善计划书吼，啊，使得那都会当来动用，吼，啊，但是一定要讲吼。底下实价登录这个资料一定要建构，绝对要落实。好、哦，不是讲啊，跟他讲足多，但是民众反映的并不是真多啊。好、哦，底下部分爱个加强，好不好？好、哦，啊，你的改善计划书好哇，看你方未来你要哪用啊？你袂讲哎，啊，你总是袂使用讲的啊，讲的根本就无可能啊，大家资料拍落拢看落拢清楚的啊。好、哦，好来，好。好，报告一下哦，那个实价登录的部分哦，我们现在都是由县市政府他们会定期去做揭露。原则上每一笔的买卖案件哦，它如果是符合市场行情的话，我们就会去对外揭露。所以在资讯的丰富性上面应该都是有的。只有一些少数案件哦，比如说亲子间的交易，爸爸跟妈妈，或是爸爸跟儿子的那个交易案件哦，这个不具有市场性的，我们才不会去对外揭露。那为了另外哦，为了要把那个预售屋案件哦提高那个揭露率，我们现在也进行在修法的一个动作。以上报告。科长，但是哈，民众哈，因要了解同样一个区域，它一打开，它有很多的比较，有很多的调查空间。
啊，所以跟美当讲，哎，你一个区域只有一件两件，他们会认为说这公信力不够啊，哦，所以讲底这部分哦，你来个加强，哦。好，我们请林俊毅委员。这里两个部分啦，哈，有关实价登录的部分，很多民众不愿意自动申报，其实非常清楚，他是怕实价课税了，好，所以他不愿意，所以你们这个结构性怎么去改变？第二个，除了这些亲子的交易、亲子之间的交易，他不愿意，有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要求他确实登录？因为民众要看的就是我想知道我这一代的房子，我如果有要买卖，我想知道我这一代的房子到底是怎么样，哦，所以这个部分你们确实有必要加强，因为现在实际上登录的这个项目实在是内容实在是太少了，哦，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我想要提一下4-20案，4-20案这个是其实被监察院提出来的问题，哦，那这个其实不是你们地政司的问题，老实讲啊，哦，这各县市政府，哦，每次要征收土地，哦，虚地面积有限，但是它划了一大片，啊哦，苗栗县的刘正宏就是典型的一案，哦，那其实在我们嘉义市也有啊，我们嘉义市有一个这个灰渣掩埋场，哦，它虚地7公顷，结果后来区段征收划到197公顷了，哦，啊，这我也知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嘛，哦，你们内政部你们没办法挡啊，因为县市长一定要的，你们没办法挡，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所以这个结构性要去处理掉，才有办法有效的落实说这种利用区段征收、利用这种都市计划，然后划了一大堆土地，结果到最后都没有办法有效的使用嘛，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哦，所以姚文智这个提案哦，他有冻结你们了，哈，哦，那我是把这里我主动帮他提一下了，哈，哦，你们改一个书面报告了。好，哦，改一个书面报告了。那个刚刚吴清明委员所讲的那个这个有关实价登录的部分哈，哦，我提醒还是要加强这个实价登录的内容啊。好，哦，那土地征收的部分，这个可能要拜托部长才有办法有效的解决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哈。哎，哦，好，那刚沟通完以后，林委员，其实我还是觉得他明明就是就是设一个新的东西，可是又用在维护费这个系统，经费不多，可是我们就知道说，哎，就巧妙的就用维护费来做新设的那个系统。我觉得说，在这一块如果不是的话，在整个预算书里面不应该写维护费业务，就维护费里面所需要90万。那我觉得说去年这个系统好，不管维护费还是新设，去年就50万，那今年为什么要跳到90万？那我觉得说我还是坚持要简略一些啦。好，那我们这个简略20万好不好？好，真的小钱，可是保丢，其实哈，我可以在大选里面去做简历，可是我觉得说这个很不诚实啊。这个是算林委员认真在监督啦哈，所以他觉得是原则性的问题哈。哦，哎的简历20万了哈，那个简历20万的部分是在第二节嘛哈。好，那你们自己再去那个调配哈。那个我的那个提案，请你们我不没有要坚持什么三栋啦，但是你们也跟我们去高雄开过协调会，你们知道这是全国性的问题，地籍资料，特别是农地的哈，因为以前没有这个注记嘛，那结果以前还有方圆10公里内可以哈有房舍跟土地分开查找公里哦，他还可以被人家套会。那，啊，你现在要会诊了以后，真的造成哦这个交易市场好大的纠纷哦，因为他会搞不清楚说我这一块到底有没有被人家套会掉嘛哈，哦，那可是你都叫地方政府，你们一直催他们要把建立起来，可是地方政府建管处动辄就是3-5个，最多10个人，他们光要发很多的证照哦，其实就已经非常的困难，然后所以他牛步化啦，那牛步化的结果真的导致很大的纠纷，所以我这个提案是希望你们可不可以除了督促地方政府，也协助地方政府，他们搞不好其实只要给他一个短期人力的经费，或者是怎么样的协助，他要责成他一年之内把他清查完毕，这个乱象就结束了。可是如果没有的话哦，你想想看，那个我们现在是统管全国，觉得没什么。可是你只要有甚至几万笔的土地，光高雄，那你只要其中有1%，那就等于是成千上百件的交易会存在完全不确定性，或者是好像在中大乐透一样。我买了这一块，然后买了3个月后，突然发现被人家注记掉了，
那麻烦要重视这个案子。好，好，那第四幕就这样子了哈。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第五幕，大家要不要休息一下？休息十分钟，好吧？好，好，谢谢。
就是会的后面就是感谢期的时候。对，就是不要花时间在论述。真的真的，反正那些人有意见，他自动就会讲。对对，你这讲是对的。我本来中间就想要去改。是，OK， 那同样的情形就是放在我的管理中心，那钥匙放在那里。好 ，OK， 然后后续再麻烦你继续处理。好，好，然后来了之后你再通知我。好，好 ，OK， 好好，拜拜，拜拜。就今嘛，甲恁同齐情况就是，这几个案子变成这种状况，到最后，那你去解读它里面的东西。那我真的是在想说，它那个版面缩小，我跟你讲哈，伊是无要紧的，但是你一进入电脑又变成印刷。是无法度啦，伊版面就是很大而已。是，我说你看书面是这么小，对不对？但是我知道，但是它就是要书面，它不能是文件上的。我问你，书面起码过两下过不去算了。可以的。几个家的？每段第三节他可以接到。你现在的身份证在设计，你要强调你的身份证是真的，你自己。他把你很简单，你两个复活没有？对，应该结婚的门票不重要，还有三十分。但你不能很低哦，包括你说有些是防伪、啊、所以你不是说破它，那也是一种低哦。好，这嘛表现你新问题，变面，这嘛过两个框。不然是被争取的价值，我在了，这担心了，这嘛身份证是个人。好，时间到，我们继续开会。我在这边做一个补充宣告，我刚才念错，刚删那个20万，我刚讲到第二节，其实是第三节。我们在第三节的第三什么03土地利用里面减列20万，这样好不好？让你们弹性运用比较大一点哈。还有，我刚有跟陈昭伟沟通过的哈，我们那个国庆减20万的部分呐哈，我说明一下，因为呢以前哈我们办理不够的时候，都会要求内政部这边来协助啦哈。但是问题是审计部有规定，你如果说是那一科被删掉，哪怕只是1000块，那他就不能够再补，那这样恐怕真的会开大天窗。那刚招委他只是要提醒我们，中华民国是正常国家，不是不正常国家，所以20万还是要删，但是我们在第二幕里面去允资，这样好不好？可是他我觉得啦哈，招委我必须要讲一句话。第一个是我站在监督国家经费的立场来看，去年编50万，那今年编90万，可是他整个不是写那个部长，因为哈这个技术面上去处理这个，我觉得不太棒，是因为这个明明就写维护土地的征收业务费用维护，因为我理解的维护不是。好，没关系，看起来林委员很坚持了哈，那我们就尊重林委员好不好？我们继续就是在那个这个90万里面哈，就林委员的那个提案。直接减列20万，好吗？这样可以吗？好 ，OK， 好。那我们有啊，我们刚才讲陈昭明委员的那个2至27案呢、啊，哈，没关系，两件事都有讲。好，然后那我们就这个减列20万元，那但在第二幕里面去做自行处理。好啊，这样子我们在办国庆，你们就必须要付钱了。好，这个就是。好，没有啦，那国庆是国庆的那个赵伟，能不能在我这页里面，我要我已经宣告过了。哎，咱两件代志做伙讲啊，但是拢有叫大家意思哈。好，第五幕，各位委员，我们还有剩一个小时，所以我们或许哈说明的、垂询的，我们都可以尽量精简一点哈。好，来第五幕，请说明的。感谢委员的这个提示哈、啊。那南海的这个部分的话，大概刚才我们地震师已经说明很清楚了哈、啊。
那测量的部分的话，大概比较艰苦了哈。我们上山下海，日晒雨淋，一步一脚印，把相关的这个成果做出来。那目前这个案子的话，因为执行蛮多的这个项目了哈。那今年度我们的这个执行率的话，大概也都达到92%啊这个部分哈。去年度的话，我们大概经费的执行达成率的话，也达到98.85%啊。那建请这个啊这个委员会这边的话啊，那刚刚我有是3500万。冻结1000万，关于土地前一幕的第四幕啊，里面是有三、欸、对，好，那我这个车案了、啊、好，谢谢、啊、部长。冲之鸟是倒还是翘？你一直说不冲你啊啊，不勉强你了，我晓得、啊、我知道啊。好，五之一车案，五之一车案，讲的老实话，好，二次讲的就比较好。那代任委员现在不在了哈，不敢讲啊。那我们第五幕我们就照例了哈。那在第六幕，请简单说明。第六幕的部分六之一，感谢林立长委员刚才同意撤案哈。啊，从六之二开始报告。是，那六之二的部分是在这个分支计划向下编列租用车辆，租金12.6万元这个部分要删除哦。那是包各位委员哦，事实上我们这一项汽车的租赁费在104年跟105年均编列21.3千元，那所以我们已经本春节预算应用的考量，我们在明年仅编列12.6千元，所以已经先行3减4成，所以建议请委员啊能够同意本项预算啊免予删除。那六至三的部分是我们要做一个办理乡村区土地资源调查及土地产权问题分析的委托办理的一个经费哈。那我们知道乡村区的土地事实上是都市计划外的人口居住的一个地区之一哈。那目前的一个现况普遍存在有房屋老旧这个地基形状不方整及产权复杂的一个情形，以至于造成这个土地跟建物的一个改建的一个困难齁。那我们为了要解决这一个乡村区的土地的一个利用问题，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委托研究啊来进行实地的一个访查，提出解决的一个对策，也作为未来本部在研拟乡村区更新中长程计划的一个基础资料。所以它不是一个个案的一个研究，而是对乡村区而言有它的一个必要性跟开创性。所以建请委员啊能够同意本案免予冻结。那在六至四案这个部分啊，这个研究是不是跟其他的一个相似的一个计划有雷同的一个地方，是不是有再增加做这个研究的一个必要呢？那我们是有去查询相关的一个研究计划，那它大都以大尺度的农村基础的资料整体的规划，农村的产业或者自然生态及公共设施活化为主，而不是以土地利用及产权的问题为研究方向。那我们这个研究计划最主要是针对产权共有的土地啊来做调查分析，那我们希望能够分析它的一个样态来研拟更新改善的一个方案。那这个部分恳请委员能够同意本项的经费不再3减10万元以上报告，谢谢。李建议委员，我了解一下了哈，六之三、六之四哈，这个有关这个计划，你们委托是委托什么单位做？报告委员，我们是经过公开评选的方式，那举凡能够提供本案标的的公司行号、大专院校，或者是法人团体以及协会组织，他都可以来参加征选。
还有六至二哈，有关车辆的部分，你们总共是租几部车啊？啊，我们是这个公务预算，这个是要租一部车，那我们现有是有五部，就五部加一部就对，对对对，自己有的是五部，那租用是一部，哎是，好，那这样嘛哈，我们这样处理了哈，六至二我们不予删减，六至三、六至四要求你们提书面报告。好, 好 ，OK， 那就这样子，照李俊毅委员的建议，我们来，谢谢，通过哈。这些啊，我讲一下。好，请陈昌明委员。那你们土地筹划里面，当然跟地政是有关系的，但是在乡下的地方啊，我现在我也要讲一个实际的问题，现在要求到根本都没有办法。我们基洛型的那个老旧的房子啊，以前还有一个土地重划，但是因为这几年的抗争运动太厉害，什么啊都限收的死死，没有人敢做。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们的部长还有我们地政司，可能是你们嘿，农村社区啊，哈，农村社区土地，哎，农村的那个什么计划那个。啊，农村社区更新计划应该要大胆一点，而且啊，应该多开放一点啊、哦、如果你怕独立哈、哦，那个那个业者的话，由你们来公办这种都更，因为确确实实有这种需要。有的房子很老旧，卫生设备什么，我带你去看你就晓得。你们这个都市人都没有走到乡下里面去看我们落后的地方。哎，我带你去看一下的时候，我觉得稍微放宽一点，人家才愿意嘛。好的条件出来一样，就跟都更一样。这个其实可以做，如果你都市的都更是蝗灾型的，这个就是我们那哈，农业县市的蝗灾型的一个都更。你用这种观念起来，如果有空，我带部长啊哈，跟市长你去了解一下，应该稍微放宽一下，好、哦、给大家更好的条件。哦、不要因为抗争啦、啊、什么土地正义的问题啊，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正义啦、啊、能到六十就不错了啦，我是老师啊，好不好？好、啊、这一点我是特别再提醒一下，拜托你们、啊。好，这很有智慧的建议发言齁。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七幕。第七幕看起来有十五件提案，但是其实关心的内容大概就两三个项目啦齁，包括电脑的啦，譬如说这个自然人凭证齁。的普及率等等的啦，还有包括本席对于未来卡式变成是一种晶片化的这个部分的认为迟晶片身份证迟没有做好等等的哈，所以简单说明好吧？好，谢谢。首先那个谢谢委员的示教哈，那我想那个内政执行业务的话哈。首先是七之一，主要是针对整体内政部执行业务的部分，建议删减5%哈。那因为其实我们执行业务在今年就是明年比今年已经减了36%，减了6000多万，所以再减的话，其实已经严重影响到未来业务推动哈。那也请委员能够给予支持了哈。另外那个议案里面有提到那个资讯设备的汰换的部分哦，其实我们那个明年度的费用也是比今年少了大概200多万，就是设备汰换的部分。那行政资源的部分其实主要是中心的那个水电啊，或还有一般事务会，所以他因为中心的是不是在部本部，他是独立，所以整个内政部的机房啊都在这边，所以这些都是必要性的一些业务支出，所以没有办法说有很高的那个删减的空间，然后这请委员能够给支持。另外有关那个七之二到七之四齁，这三个项目都是跟那个国土资讯系统就独资的业务齁有关的。那委员比较关切的都是齁有关那个独资在业界或者民间加盟这部分的参与比较少齁这部分。那这里也要说明一下，其实我们这个业务是从103年齁才扩大给民间来参与齁，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在那个服务，因为有些机关是有些单位是不太希望公开，所以我们后面也做了一些改善齁，从105年我们也建制了整个那个民间图资服务的一个协作平台，也就是希望说能够在106年能够真正推广到所有的民间
组织都可以来使用这样的一个服务。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会来未来也会透过公司协作加强先导，希望能够扩大本身 TIGOS 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影响力跟应用。那以目前来讲，目前整个图资来讲，其实它使用量的话已经达到了27亿次人次这么多，所以它其实是已经有很多人使用，尤其像现在有很多每周的使用量都已经达到几千万人次在使用，这是就图资的部分。另外有关那个7-5到7-15哈，就是有关自然人凭证的这个业务哈，其实委员比较关心的就是目前自然人凭证的办卡率比较偏低哈，就是目前大概只有20%的民众有办那个自然人凭证。那这个除了说未来要加强先导，因为以前的先导，因为部里面没有很多的先导，都是搭配那个财政部报税的时候做先导，所以让外界都以为自然人凭证只能报税。其实自然人凭证报税在整个使用量来讲，它只占第九名，它不是最高的哈。其实最高不是它，那其实它的应用很多元，非常多项。那这部分的话，我们未来会配合户政司，就是刚刚主席所提到，我们 EID 要换花的时候，每一个 EID 我们也会把凭证给结合进去。哦，除了晶片身份证，其实它最重要就是一个网络也可以办，或者可以行动可以办哦。这是有关那个自然凭证办卡例。另外，大家也关心说这个凭证的一个服务项目，那目前在民众可用的部分已经有260几项哈，那机关有300多项哈，300多项的一个使用哈。那凭证的部分哈，在106年哈所编列的，其实主要是我们的凭证管理中心的维运为主，那只有800万是设备的汰换，还有一些那个所谓的行政管理会用，所以它是还没有说真正的。要做到 EID 是等配合行政院的计划整个推动以后，我们整个那个自然人凭证的计划就会合并到 EID 里面。好，以上简略的跟委员做一个补充说明。好，请问莫委员要垂询的，请杨委员。主席，我的案子是7-6-1了哈，但是基本上也是讲自然人凭证，所以就在这边一并讨论。刚才固然有提到说，现在有在加速推广这个自然人凭证哈，那说什么以前只是搭配财政单位了哈，但我必须讲了，这一个自然人凭证事实上已经办了15年，耗资将近八亿，办了十五年了，啊，那适用人口18岁以上，目前呢，我们才使用的才27.多%，那各位试想这样的一个效率哈，一个。耗资将近8亿，推了15年的自然人凭证，却目前仅占18岁以上人口的27.多%，这个效率坦白讲是非常的低落了。这个效率非常的低落，不是仅仅一句说啊，我们以前没有推广就可以带过的。这个里面哈、啊、存在的心态上的问题，就是以前这个东西，你们既然要做这个了，但是你们却没有很强烈的欲望去主动把它普及成一个社会上普遍使用的工具。哦，只是被动的说啊，有什么可以搭配，你们就去处理了。所以坦白讲，本席对于这个自然人凭证的推广哦，还有目前的使用普及率都非常的不满意，所以才会提案冻结啊。待会这个部分呢，我是希望说你们能够去彻底的去思考了。但是这个有关冻结的部分，待会可以辩论一起来讨论。好，来请林委员。我的案是在7-3了哈，那7-3的部分，我们也看到说我们有一个 GIS 的云端嘛，我第一次上了哈，我刚刚就一直在上这个云端的使用，其实不是很方便了哈。第二个是我们的云端民间跟学术的参与率是非常低，您看一下整个政府单位就占了62位，那民间就14个嘛，那学术我们台湾学术那么多就只有3位。那研究相关的学术领域的人非常的多，所以我觉得要扩大参与这样子的一个设置收集资料了哈，包括教育部也好，还是国防，如果不设机密的话，我们也可以让他们加进来。第三个就是所谓的民间参与，我们也可以提供给相关的学校，不管国小还是大专，其实在学术里面还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教学里面都可以让孩子去使用这样子的东西啦。既然有这么好的东西，那让人家参与，
那推广多使用，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必须要的。那至于说怎么推广，然后呢有定期去做检讨，我觉得说部里面这边一定要提一个专案报告，我个人觉得一定要去做。好，那我们来做处理哈。我们对不起，好，李俊义委员。不好意思啊，那个7-3、7-4其实是有关这个资讯的整合了哈。那如刚才林委员所说的哈，资讯整合的使用的方便性哈，这个才是重点了哈。那7-5到7-15哈，这个我在这里省5年的这个预算哈，都是自然人凭证呐，那从头到尾都没有解决问题哈，就是说它的使用率普遍低啦，哈，那理由是什么？好像内政部到现在还没有找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方法让它提升它的大家的普遍使用率哈？所以我具体建议这样的哈，7-3、7-4的部分哈，我们冻结200万。7-5到7-15是自然人凭证的部分，我们100万冻结200万呢。大家有没有意见？冻结的部分可不可以就在我这个案里面去做冻结？对啊，7-3嘛，对啊。7-3、7-4，然后我们冻在林立展委员的案子冻结，您刚才200是不是？然后呢，7-5之后的3-100。7-5到7-15哈，我们可以这个招委的这个案子哈，都是我们动一减一百动两百了，减一百动两百啊，剩我的对啊哈，好，我够归刚。我的部分也有提出动呢，就是7-10嘛，有含在里面嘛，因为一样啊，含在里面。因为刚刚杨委员已经讲了，我就没有再讲了。OK， 那就这样子哈，大家都很认真，都有可以。那个好，再来进入到第十幕。好，请好。简短哈，好，跟那个主席还有各位委员报告哈。那10-1到10-4都是有关农保亏损，还有我们农保投保人数跟行政院主计总处它的统计的人数有一些差异的问题哈。那在这边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有关农保亏损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农保条例本身就是福利性很高哈，因为政府的70%都是由政府来做补助，那。另外就是说，这个有关这个跟主计总处它人数有差异的问题哈，就是主要是因为主计总处它的统计的条件跟它的统计方式跟我们这个农保条例的规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的设定的条件，它主要是定义是从农时间，还有需有报酬的部分，还有它是以抽样还有问卷调查方式来推估的。那我们农保的人数是依据农保条例还有农保条例相关法规的规定好来做这个投保，好，所以他问题上他的人数上面本身就有差异性。那有关这个亏损的问题哈，那我们内政部其实也陆陆续续有在处理这个问题，像去年我们也修正了农保条例第5条哈，那针对这个农民的定义哈，我们把它拉了跟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的这个实际从事农业的认定，好，把它做一致性的规定。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也定期来检讨农保的月投保金额，还有保险费率哈，我们3年有一个大的精算，那每年也有一个小精算哈。那另外就是说，我们针对这个每年劳农保重复加保的部分，好，我们也补助了劳保局来做清查，那也透过我们户政司、地政司还有移民署，好，来针对我们户地籍有异动的或长期旅居国外还有入监服刑的，我们都来做清查，好，这个都持续性做来做清查，来做处理，针对一些假农民的部分，好，好，那另外就是说，我们这个如果说能不能拜托委员说，不要把我们这个删减或动
删除或冻结哈，因为我们农保跟健保或者劳保它的不大一样哈，因为农保跟健保它是有基金可以支应，那因为农保条例本身就没有设置这个基金哈，那如果说有删减的部分，我们这个到时候被保险人来请领这个保险给付的时候，我们这个劳保局他收的保险费会不够来支应这一块哈，所以是不是可以拜托委员能够支持我们这个部分哈？那另外就是说，如果右三减的部分，我们势必还要再向劳保局再去借钱，那利息就会增加。嘿，对，所以是不是能够支持我们这一块？那另外十之五和十之六的部分，好，是针对监理会兼职费的问题。那因为监理会它的成员除了专家学者，还有机关代表，还有农民哈。那我们虽然是没有每个月开会哈，但是我们的案件量是一样的，我们是以二至三个月一样是累积起来做，一次来开哈。而且我们这个委员他也是按照他出席的次数的比例来给钱，并不是每个月我们都固定给他哈。那另外就是说，我们这里的兼职费编了79万5千，有一部分是争议案件的审议的费用，好，那这个是依据农保条例，他对农委劳保局的处分不服，他在诉愿之前要先提争议审议，好，这个是法定的必须要来开会的案件，好，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不是麻烦委员给我们支持哈。那有关十一之一，是我们人团他的预决算财务申报的问题，那这边委员有给我们指教人团法他必须要做财务申报，那这个部分我们一向都是积极来辅导人民团体。十一还没有哦，十一还没，是不是？好，来，好，那就先这样。第十目的部分，谢谢，请问各位委员，来请李俊义委员。这个问题其实是长期以来的问题，对。农保的部分都是农委会在主管，但是农保条例的主管机关却是放在内政部了。所以为什么内政部要编这个预算，就是其实是很奇怪的事情，好，其实是很从头到尾都很奇怪的事情。那我们这样啦，我是建议第十目的部分我们都先不处理。我们在主决议，我写了一个主决议，我们主决议要求这个农保条例的主管机关到底是谁，其实要回归行政院重新检讨，弄不弄不起来，进步来灌来给够来进步爱关键的条例。所以你的意思是第十目的预算全部都保留，就原来的预算就照原来预算，然后我们在主决议的时候来处理这个问题。好，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这样处理。在第十一目，那好，那主决议到时候我们也要签，因为这个案我也有。好，那是等一下要写吗还是怎么样？哦，好，那如果有其他委员要签，请把原稿拿出来给大家签，那我也是可以顺便签一下哈。好，那请说明第十一目的部分是人团他预决算申报的问题。等一下，十一是直接到十一之一了吗？不是十之二第二。十一到十六其实都是一样的。可是我能不能讲我这一块，因为我有提两个，一个是刚刚我李俊义委员讲的，就是农保，就社会保险这一块，另外一块是我们的委员的部分，就像那天我讲的一样，就是委员没有开会也可以领钱。我们在103年的时候，我们的整个开会的人数还有我们开会的次数，103年就五次嘛，104年五次，105年才三次，可是却每个月都有领钱，就没有开会，这些委员还是在领钱，为什么会这样？委员哈，因为我们这个是，因为我们虽然是说原则是每个月开会啦，但是我们因为委员的组成还有农民代表、机关学者哈，那所以我们有时候是看案件的性质，我们会把它累积到2至3个月来开，那他并不是每个月领钱。比如说我们今年开了6次，他只来了5次，他只能拿5%的钱，所以并不是说他每个月没开会他都可以领钱，所以是每次开会才有领钱，那没开会是没有。就是这个月有开会开一次，所以整个月都有领钱。哇，这好坦，比委员，我们不是说整年来看，比如说今年我们开了6次，对，他可以领6个月，他出席了5次，我们会按照他
的应该可以拿的钱、啊、乘以六分之五，就他出席的比例来给他，就是还是要有出席才有钱、啊、對對對，反正就是你整年度来讲你有出席五次我们也是会给你领的，不是你们不是以每次会议比如说像刚刚一样写什么写那个那个就一次两千块，不是你们是以整个然后再来，那能不能第一个我要的第一个就是委员的名单，然后第二个你们的平均每次开会然后除以你要整个给的到底多少钱，我不希望说没开会然后每个月还要给钱，对你刚刚讲这个有一点其实只是把它比例原则把它画一个大，其实还是没有开会的日子还是有钱可以领啦，只是没那么多而已啦。好，请把资料再给林委员齁。好，那第十一幕，你刚刚报告了吗？那我们有一些人民团体，他没有把预决算报来部分，我们都会辅导他来申报啦哈。那我们现在也建立了人团的资讯系统哈。那我们也辅导，就是说地方政府还有我们自己中央主管的人团的资，我们会把他的相关的预决算资料都放在这个资讯系统里面啦。好，那我们陆续会来充实这个资讯系统的资料。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希望委员给我们支持哈？那另外就是十之二的部分就有关我们补助民间团体经费的部分，那其实我们补助人团经费我们逐年也有都有在做调降了。那这个部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人团里面尤其是社团，因为很多团体它的经费都比较拮据，好，那如果他要办一些重要的活动的时候，我们就是斟酌哈给他一些补助哈，让他的这个财务上面可以有一些资助啦。那这边有提到就是说我们有重复补助的情形，其实这个部分提到是商总的部分，那因为商总部分其实它是有四个计划，好，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应该没有重复补助的问题啦哈。那这个请委员也给我们支持。那主席是不是到这边还要继续吗？还有十一之六故宫是吧，有关故宫这个萧和社的问题哈。那因为虽然我们不是他的主管机关哈，他的主管机关是台北市政府啦，那不过我们还是本于我们合作社法中央主管机关立场，我们也陆续发布解释令哈，针对他这个非社员交易的盈余不能分配给社员哈，我们也做了解释，然后我们也邀集了台北市陆续开过很多次会哈，那希望能够处理这个问题啦。那针对清算人能他解散清算之后清算人没有好好来处理这个追缴的问题，那我们这个部分也有请法务部给我们协助，好，看看能不能依照民法的相关规定来做一个处理哈。那这个部分我们后续会来督促哈，这个台北市政府怎么样来督促故宫来做一些追缴。好，谢谢。是，请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来，杨委员。主席好，我这个部分本来是有提了一个十一之一之一啦齁。那我这里面主要是针对这一个系，也是在这一个社会行政烟雾里面齁，就是有关这个资讯系统的部分。因为从数据上来看齁，这个今年建制了之后目前为止齁，大概只有推广只有使用 1% 左右而已啦齁。全国大概有一万多个社团，然后但是却只有一百多个有使用这个系统。但是在了解之后也发现说，事实上因为这个是今年刚建制的系统啦齁，今年刚建制的系统，那再加上团体齁，全国大小团体不一，有比较使用资讯系统的，也有使用传统手工的啦齁，所以这个可能一开始的宣传跟辅导可能会比较慢一点齁，所以我对这个案子倒是没有坚持啦，但是齁要提醒的就是说，可以接受一开始因为各种团体性质不一样太多样，可以接受推广期会比较慢一点，但是你们还是要把它当作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来推动齁，毕竟还是走向这个社会了齁，谢谢。好，请要重视这个委员的提醒齁。那其他委员有没有意见？来，请李俊委员。有关十一之三哈跟十一之五的部分哈，特别是补助商业总会、工业总会这个部分，我其实很难认同啊。哦，商业总会是全国最有钱的呢，啊，一个波卓一啊，到底你们的标准是什么？哈，那十一之五是其实我要讲的是这个哈，你们内政部有一个民间团体经费申请要点，好，这个补助的申请要点，
然后你们补助，其实我们过去有做决议要求，你们对这个补助要非常小心哦。你们补助什么？我讲一个，你们看看合不合理了哈。全球华人纪念抗日协会，然后去两岸青年共同唱抗战歌曲，这个你们也在补助了。好，然后还有这个也是一样哈，纪念七七抗战79年爱国旗敬老兵哈，啊，这个东西活动你们也在补助了，所以。我在这里哈，这个我是觉得哈，你们这个补助民间团体哈，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好，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特别它的内容哈，你们不能不看，哦，你们不能只看申请人是谁啦，哦，那时候申请人我是不好意思讲出来啦，哦啊，但是内容也要看，那否则就违反你们自己的申请作业要点，所以我这样啦哈，第十一至六哈，这个其实我们是很有意见的，哦，我们是很有意见。我建议这样了哈，整个第十一幕的部分，我们删除100万，冻结100万。哎，主席，好，请听我。我这边也有提出冻结了哈。其实我为什么不提删除？因为我觉得补助民间团体办相关的活动还是庆典是有必要的，我们都很乐意啦哈。只是我们都希望说就是多让更多的民间团体能参与，不要让某一个团体重复补助。或许您到了年底有剩下预算，要再多一次还是多两次给某些团体，我不反对，但在前提之下要多让更多的团体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我们的经费才有意义啦。因为我觉得说民间团体，我们自己也做过民间团体，我们很了解民间团体真的是有些真的，尤其是社府还是社区，真的是很欠钱的。我个人觉得，我是觉得就冻结啦。好，喂，我再补充一下了哈，你如果看了这个哈，你大概吐血了哈。来，我念一个了哈，补助中华民国红十字总会的专业训练计划，这个不是红十字会总会该做的吗？不是本来他们该做的业务吗？补助45万呢，欸。哦，然后还有，来，发现感恩致敬，哦，这个抗战的这个啊，日据时代的影像啊，日据时代的故事。这个东西其实我都觉得哈，这个违反你们的民间团体补助的要点了。老实讲是这样啊，哦，要看内容嘛。啊，红十字总会这个我非常有意见呐，补助商总不是红十字，红十字总会本来就是要做专业训练的啊。那好不容易我们现在内政委员会把他的红十字会法废掉了，哦，那这个本来他的工作，不然他就不要存在嘛。啊，还要补助，这个老实讲我觉得莫名其妙了。我建议这样啊，这个补助款啊哈，当然如果听李委员这么讲的时候，实在啊名称不怎么恰当啊，啊如果以前错的，未来不一定也不会犯错了。我希望你们做的对啦。那刚刚李继伟讲的哈，各个总会的那边啊，把它各减10万啦哈，啊其他的冻结，你们在设立一个标准出来的时候哈，书面报告以后解冻啊。一三百六十万，你实在讲呀吼！我知我听你，我嘛感觉你听着怪怪啊，嗯，嘿嘿。减三十万啊，剩了啊，冻结100万了，啊，哈！书面报告你们要确定一个标准出来啊，啊。是不是借机会补充一下？其实我们的金额从106年1000多万降到现在剩下300多万。其实我们今年补助110几个。那其实像刚刚红十字会那个，我们的补助款也从以前的一直在逐年按照比例去降低了。我想红十字会它是做水上救生了，还是核实了。那我要最重要讲的是说，我们这些都是节庆的补助，好，比如说元宵节、中秋节、端午节。那，啊，如果这个冻结的话，到明年在解禁的时候，我们事实上会造成其他的补助团体的影响。我要做的是这个，那个好像是陈委员是说提书面就可以，啊，那就提书面啦，提书面，那整个报告给我们。
还是要感谢委员关心的哈，对这些人民团体的补助哦，我们是应该很把有限的钱做最好的运用，这是没有错，我们往这方向努力。刚才委员所提的有些是过去啊，过去的一些做法，我们越做会越好啦，哈、哦，越做越好啊，所以这赶快提了哈，就是说能够尽量少少少。那个主席，我说一下啦哈、哦，我刚才讲的很清楚，我说的是整墓哦，你们整个墓是2000多万哦。哦、不是360万哦，哦那整墓我删了30万嘛，哦、那冻结100万，这应该很可以接受了，哦啊，别个钱嘞，我也愈抬愈侪啦，哈、哦。好，我们第十一幕整墓哈、哦，减列30万，冻结100万，然后科目自行调整书面报告后时的动资，我们进入主决议，主决议第一案。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主决议第二案，没有意见，我们通过。主决议第三案，没有意见，我们通过。主决议第四案，改成每半年。好，那改成每半年通过。主决议第五案，没有意见通过。主决议第六案。那个两个月，内政部就是请内政部这个尽速好不好？那个不要是两个月，哎，啊，最后一行，应于对内政部于哈应，然后应尽速，那中间的于两个月内删除，好不好？尽速。第六案是。李伟，你要看一下吗？他们希望不要压时间啊，就是禁止。好，改禁速哈，通过。主决议第七案，同意了，没有意见，通过。主决议第八案，同意，没有意见，通过。主决议第九案，同意，没有。没有，那是第十。主决议第十案，同意，没有意见，通过。主决议第十一案，同意，没有意见，通过。主决议还有一个第十二案，对不对？第十二案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哎、欸，主决议后面还有吗？13、13、14在哪里？那个主席，不好意思哦。哎、欸，那个十一案我们刚刚有修一下文字啦，好、哦，修一下文字以修正的为主啦，哈、哦。修正哦，修正文字，农保自主管机关被保险人资格是不是？加这几个字，我们照这个修正后通过哈、哦。然后主决议第十三案。啊，委员，我们建议这边哈，最后面第三行，原内政部应与财政部啊，然后后面的这个文字就一直把它删除到评估展延自用住宅优惠税率之申请至年底12月31日之可行性，然后为止删除，然后并加强宣传宣导，然后据点。好，大家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照刚刚念的通过哈。好、哦，主决议十三案，请看一下。十二的后面十三呐。要不然你再把改的再念一次。你再。改过的话，我那个把它换。好。写的不够漂亮。到后面去改漂亮。来。好。主决议第十四案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主决议第十四案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主决议十五案。15案是不是建议加一下那个？应2017年度向行政院争取编列经费了，因为这个内政部没办法直接编呐、啊，好不好？向行政院争取这样，好不好？好 ，OK。建请内政部应于2107年度起向行政院争取恢复编列。好，主决议第十六案。16案呐、啊、哈，我
要加一个期限啊，请于六个月之内啊提出啊，那个相关法令啊，六个月之内，我令他的搞后悔。第几项？第16。对啊，有个月之内就啊，第几项？这个牵涉到比较复杂。竞速并于一年内将相关法令做整合配套修正，一力推动。好 ，OK， 好。刚那个修正的部分你再念一下好了，我看一下，好，我帮忙念好了。第13案，第13案从倒数第三行开始，原内政部应与财政部评估展延自用住宅优惠税率之申请至年底12月31号为止之可行性，并加强宣导。对，这样可以吗？可以的话那我们就通过了。你们刚刚有什么第2案要讨论的吗？所以呢？这个可能要怎么改？要怎么改？我们这个可以列入通案，行政院的通案。啊、制度已经是主决议的，你还是、啊、不是，他只是请你们检讨，你知道吗？而且你刚才改了半年了，是不是？这样啦，那个主席，我调整一下啦。好，这个两个月的部分我把它拿掉了哈、期限我把它拿掉，那请这个你们要报行政院跟这个来检讨那个性评的那个部分呢、好，用改建情就好吗 ？OK， 好，改建情好了，建情就好了。内政部确实检讨性别预算编列不足之情形，据点。他要求改成建情了，像要求改成建情。那你还是有压一个时间呢、两个月就不用了。改建请，然后把时间也拿掉。好、要求改建请，然后并提交报告于本院内政委员会，日期就拿掉。OK， 那就这样哦。好，那我们来做上台处理了哈。好。基金财团法人。好。好，跟委员会报告，内政部主管收支部分处理完毕，领具审查报告函附财政委员会。现在处理黄瑞锦先生奖学基金等四信托基金。一、黄瑞锦先生奖学基金无提案，预算照列。胡元州女士奖助学基金无提案，预算照列。警察及消防人员安全技术基金无提案，预算照列。内政部空勤三勇士子女生活照顾基金无提案，预算照列。内政部主管黄瑞锦先生奖学基金等四信托基金审查完竣，领具审查报告函附财政委员会。我们继续处理财团法人预算。财团法人228事件纪念基金会委员无提案，预算照列。财团法人228事件纪念基金会审查完毕，领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公决，是否需要党团协商？不需要哈，请推一位委员于院会讨论本案时做补充说明，是不是推本人于院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可以吗？好，可以。那我们就休息，11月30号上午9时继续开会审查营建署相关预算。好，谢谢。